河流里面的一滴水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几只小虾，一动不动，默默地等待机会。而小虾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身边有一滴与众不同的水。没错，逍遥穿越了，穿成了一滴无比普通的水。七百草就是现在。 宿主凌霄瑶，形态一滴水，等级零，可使用进化点三攻法大吞天书，可吞人一物种，获得进化点吞噬一水，神水，可获得额外进化点技能与形态。使用两点进化点，宿主完成初次升级，获得升级大礼包一份。是否打开？还有升级大礼包，快开！ 你抽取到了五瓶普通的淤金之水，可清除服用者的一切负面效果。啊，淤金之水，这有什么用？我不本身就是水嘛，我还能喝药水，还是普通的水，吞噬了也没有进化点。本来以为是气运之子，没想到是气运之子啊！不愧是被拖拉机送过来的宿主。算了，本系统大人额外补偿你一次抽奖机会。快抽！ 你抽到了一件残破的不知名物品碎片，是否使用一点进化点鉴定？恭喜通你故意的吧，鉴定。鉴定完毕，你获得了天地灵，所以，看起来好像很牛掰啊！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也能登上天地之位，重见天庭。狗宿主，你还是先别做梦了，快去给我搞点进化点来。<笑> 嗯，嗨！为什么九公公为什么要这么做？林青儿，别逃了，乖乖跟我回去，不然你师尊可饶不了你。不可能，你们害了那么多人，我要回到大权王朝，把你们的真面目告诉他们。哼，不识时务，等会我抓到你之后，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不浪费每一粒粮食是我的宗旨。 这为什么有条河，偏偏在这个时候？林青儿，你怎么不跑了？你别过来！现在要不要重新考虑考虑，和我回去见见师尊？不，我不要，我不要回去。年轻的女修士爷，你掉进河里的是这把金剑呢，还是这把银剑呢？啊，都不是，我掉进去的是一把普通的宝剑。 年轻的女修士爷，你很诚实，靠近些，本尊给你点好果子吃。哎，哼，装神弄鬼。九宫君的功法，这所有邪魔都具有抑制制裁的效果，但怎么展在这个邪魔身上却一点效果也没有？难道？我管你啥鬼的，炼器修士不可辱。愚蠢的凡人，你还不可辱上了，竟敢向本尊出手！ 恶魔消瘦，八拜殿升到三级需要1000斤化殿，现在就入账了八拜殿。年轻的女修士，你可愿信奉本尊？我历经无数磨难，进入上宗九宫之后，无意间在师尊口中听到的绝密消息：天庭早已破灭，世间妖魔纵横，但世人却仍被蒙在鼓里。 世间邪魔遍地，假扮真神，想用人间香火，如此消息若是流传到仍然在祭拜山川河流土地财神的民间去，不知道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正因如此，我才拼命的想要回去告诉父王这个消息。这世界早已没有仙神了，您到底是何方存在？这女人居然知道这么多消息，我都只是穿越过来之后有这么模糊的一丝记忆。 本尊乃天庭河神，沉睡万年方兴，视力却未恢复多少。河神，九宫宗内还真有个关于河神的传说。倘若真是这样，那必过了数千年那场天庭大劫，倒也正常。但是，哎，服下此物，可解你体内之毒。我体内的毒可是自己师尊帝六宫的宫主柳如烟所掌握的大光秘毒，乃是世上一等一的绝顶剧毒。 真的是河神，几千年后他又重新归来了。世间真的还有神明存在，我大前王朝还有救，我愿永生永世信奉河神。凌霄瑶有意将天地令的威能泄露一丝后，又重新收了回来。检测到宿主收获信仰之力，成功激活天地令，开启神之面板。尊上，是否需要我去查看您过去的神庙，帮您召集信徒？
暂时不需要。本尊交给你另一个任务，你去带人将这条河流改道，最好能包围这片森林。刚才吞噬了那个修士，可能已经顺着信仰之力传回到宗内去了。如果河道包围这片森林，吞掉所有来寻找的修士，便可以再次进化了。啊！你沿此处向北行进800米，河底处可寻到一个宝箱，内有1000金，足够你去寻找一些凡人工匠或是修士来完成这项任务。另外，尽可能的买一些活着的妖兽，投入到这条河中。是。这是本尊赐予你的福宝，可提升根骨悟性。感谢尊上，妻儿保证完成使命。不必，去吧。看来我要迅速提升实力了。录完手机被拖拉机冲飞的我，穿越到异世界，变成一滴水。齐百草就是现在。报酬3金，做工程。师姐，为何这么多？时间比较紧，你在外门认识的人多，用你自己的渠道去联系些可靠的缺钱的同门。修士们向来不缺钱，而且平时也不会委身去做这种低等。但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没问题，正好大家手头都比较紧。对了，师姐，听说你被第六宫赶出来了，现在也是外门弟子。是有此事。对了，蓝玉，你可知我们宗门内几千年前曾供奉过一尊天庭赤峰过的河神？听说过，可是他不是已经陨落了吗？不是这样的，算了，等你亲眼见证之后就明白了。尊上。你收获了一条祈祷，进化点加一，是否查看祈祷内容？收获祈祷也可以获得进化点，怪不得这大陆上有这么多神庙，不管什么妖魔鬼怪都要伪装成真神吸食香火。先看看林青儿的祈祷内容吧。尊上，请原谅蓝玉对您的不敬言语，如果有可能的话，请让我可怜的小师妹也成为您忠实的信徒吧。师姐，我联系了几名同门，其中还有内门弟子施飞染。炼气第七层的施飞染，他怎么会愿意来呢？听说他之前触怒了他师父，断了他的月俸，要让他闭关反省几年。但是他家里还有个身患绝症的妹妹，施飞染怕自己这一闭关再也见不到他，所以才想在闭关之前多带点钱回去。若是能让施飞染这样一个强者成为河神的信徒的话，河神大人一定会很高兴的吧。您又收到了一条祈祷，进化点加一，完成信徒的祈祷内容可获得进化点数。你可真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炼气七层的强者，那实力可不知道比我强数倍，我怎么把他收服成信徒呢？施飞然怎么也来了呢？对呀，这等人物怎么会对金钱动心呢？而且我们内外门有别，规定不能一起行动啊。小声点，现在已经出来了，还管得了那么多吗？林青儿，还有多远才到？马上就到了。河神大人，青儿已经将他们带来了。青儿师姐，你这是在做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林青儿，你身为九峰宫的一员，竟然向邪魔臣服。师姐，你误会了。这呀，闭嘴！你们几个把他抬走，等会儿我再收拾他。这个女人还真是有些麻烦。本尊乃天庭赤峰，你的愚蠢是对本尊的亵渎。这套马谁家小孩？天庭，呵呵，苍天已死，现在只有伪装成神的妖魔。来，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成分。青儿师姐是不是因为被第六宫逐出来，所以她发疯了？不过一个妖魔而已，绝对逃不出施飞染师姐之手。你们不要胡说了，侮辱天庭赤峰的神明是何等的罪行，你们承受不起那位的怒火。啊，那是第九宫的独门剑技，剑当妖邪。应该是结束了，我们过去看看吧。我是飞然，愿永生永世，信奉河神，永不背弃。啊，你收获了一名信徒，你完成了信徒林青儿的祈祷内容，进化点加1000。这天地令真好用。你获得了一次升级抽奖机会，是否抽取？抽取。你获得了功法太长水心诀。哦，居然是天阶功法。
石肥然，你去探查一下附近的地形，并寻一些妖兽来投入这条河流中。其余人立即去改道这条河流，将方圆百里的所有支流连在一起。本尊要静养一些时日，你等若有事禀报，默默祈祷本尊便能知晓。是是。哦，别走，别走。嗨。这样得吞到什么时候去？这距离九宫宗这么近，附近总有些灵泉吧？林青儿，你可知这片树林附近有什么灵泉？嗯，此处往西十里有一处，不过那是宫内门弟子修行用的，我等无法靠近。但尊上想要取那灵泉水，青儿倒是有个主意。那灵泉连通着地下的灵脉暗河，而我正好知道森林有一处地方能感受到灵脉暗河的气息。那你将这条河流引到你所说的那处地方去。是。哦，果然是灵脉暗河。还有这么多没被开采过的灵石灵液。呀呼！Later， 看来到瓶颈了，只有吞噬上品灵石才能再次突破了。在这暗河内转了几圈，也没发现有这条灵脉，估计只有下品和中品灵石了吧。师姐，嗯，这里的灵泉可是对皮肤好的很啊。是呀，听说这丹灵泉只要泡上数个时辰，修为就能精进许多呢。啊，他娘的，这居然是个造池子。我们只能在这儿待三个时辰，还是快抓紧时间吧。等一下，有点不对劲。怎么啦，董师姐？你们没有感觉到丹灵泉的灵气比之前弱得多吗？好像是有点啊。师姐还是别想了，难得能来一次，若是因为疑神疑鬼的，难道就这么浪费这个机会？你们要是不敢去，那我就自己先去了。两位师妹快进来呀，咱们可没几个时辰了。师姐，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异常呀，快进来吧。不了，我先回去一趟，将灵泉有益的消息禀报给师门。不能让他这么走了。董师姐，你不用这灵泉，那又何必要现在回去禀报呢？你回去禀报，我们却不回去，师门知道了岂不是会治我们的罪？妙啊，拖住他，拖住他。啊，胡美，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是啊，师姐，别这么着急嘛。董双，你自己上个月用过了灵泉，就来阻止我们使用，下个月就到底了。你是想阻止我们提升实力吗？好好好，那我今天就陪你们在这儿泡完。这泉水今日怎么回事？怎么好像附带了按摩功能一样？哦，别坐，别坐。好了，师姐别生气呀，都已经在灵泉里了，就好好修炼吧。汝等为何擅闯本尊领地？什么你的领地，敢在九宫宗境内造次？放肆，本尊乃天庭之父。这是传说中的天庭气息吗？呀！你们可愿臣服本座？再一次的威压，使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如果他们显出强烈的反抗意愿的话，那逍遥也不介意灭口。我等愿意臣服。这董双是个可造之才，在九宫宗内也有些名气，日后可称我左膀右臂。只是可惜信念还不够坚定。正好这狐媚是他的对手，不如就用他来好好磨练磨练董双吧。胡妹，你过来，本尊与你一项重要任务。董双，你也过来吧。任务完成好了，本尊自然有赏赐。地阶功法。方才一连胜了好几局，获得的抽奖机会，抽出来的一本功法，反正对自己无用，但是拿来做赏赐却正合适。这个美女搁这泡澡，而这个老妖却仗着自己是一团水，肆意玩弄别人。别做，别做！完事后还要人臣服？神庙暂且先不急，还没有挑选到合适的地方。不过这圣旨该怎么获得呢？算了，先回去吧。
还是这个形态比较方便，改道的河流渐渐有了些规模，虽然有些许径流，但水流却很缓慢。为了应对九宫总察觉到我的存在时带来的危险，就必须要布置点后手。林青儿，此处最近的河坝在何处？董叔，我尊你一声师姐，你就真把自己当师姐了不成？这家伙怎么不着道？难道下个月的大比还真要和他厮杀上一场才能分出个胜负？不如就在此地将他重创，让他参加不了下个月的大比，也无法阻碍我完成尊上交代的任务。嗯，本尊信徒之间不可厮杀。尊上，尊上，我没有啊。尊上竟连我在想什么都能知晓。这次只是给你个警告，去执行任务吧。有任何需要禀报的事情，在心中默念祈祷，本尊自会知晓。拜见尊上。带你妹妹来此处，本尊可治愈她身上之气。真的可以吗？去吧，将你妹妹带来自会知晓。是了是了，尊上身为天庭赤峰真神，一定在数万年前便是法相境上的强者了。我妹妹有救了。详细告知本尊，你大前王朝发生了何事？尊上，难道这是要？我是大前王朝岭南王的次女，有一日在节日祭祀时发现神像会动，吓得我连忙逃出了神庙。夜晚时令家仆前往探查，却始终没等到家仆回来。后来我才知晓，神像是邪魔所办，神庙其实是邪魔的栖息之地，白日吸食人间香火，夜晚则入侵民居吸食精气。近些年许多青壮无极暴毙，还有一桩桩悬案便是妖魔所雇。我禀告给自己父王，却被父王严厉的勒令不许告知他人，后又被紧急送到了九宫宗，成为了一名修士，不许我再回去。后来发现原来九宫宗早已知晓自己治下的俗世中邪魔装扮神像兴风作浪，但他们却不管不顾，任凭妖魔残害荼毒百姓。我想要回去把这一切都告诉百姓们，却下不了山，还因为这件事被逐出内门。有点意思，看来这九宫宗的水深得很呐。邪魔收集那么多香火之力，我若是夺到手，岂不是白捡一个生计经验包？本尊已知晓，不日便去会一回那邪魔。感谢尊上。尊上，宗内闭关千年的太上师祖传出来一条口谕，说我九宫宗内混入了非人形态的未知存在，连他也无法辨清是什么。不但关闭了所有通道，还派出了数十名高手探查九宫宗境内。什么？怎么这么快？我啥都还没干呢。尊上，九宫宗已经派出巡查组，并且有一支气海境的带领的小队正前往你那边。所有人即可返回宗门，并且今日所见到的一切都不许向任何人提起。九宫宗绝对不可能想到自己的对手是谁，气海境又如何？我就借助地形捕杀这些巡查，把他们转变成自己进化的养分。系统，我要抽奖。你获得了一瓶之毒之水，吞噬后可获得天赋神通大毒一术。哦，居然是一水，而且天赋神通，那可是只有法相境以上的绝顶强者才会拥有的。就是有个问题，狗系统，你是觉得我眼瞎吗？好歹把上面的字改一下吧。别逼逼，你就说要不要吧。你获得了一件中品空间灵气魂钟鼎，吞噬后可获得3000进化点。你获得了黄阶功法一阴指。你获得了黄阶功法天蚕腿。算了，我不和你计较，先吞噬口可口了，不是吞噬这毒之水吧。叮，你获得了天赋神通大毒一术，可免疫所有毒素。叶城一滴水，开始我的吞噬进化路。七百草，就是现在。武僧，你给我攒到。你干嘛？哎呦，师傅，别抓我熊猫耳朵了，会坏掉的。这一趟出来，可不是带你们出来耍嘞，公主要巡查九宫宗地界。这地上怎么这么多水？嗯，嘿嘿，这些是用剑画出来的划痕吗？这泥巴是新翻出来的，肯定是几个时辰前有人在占弄的。这儿树林里的河根流速缓慢，河道也浅，怎么可能会有河水漫出？师傅，救我！怎么了，邓宇？你那里有发现什么证据吗？第六宫西侧树林地界内，地面上似乎有貌似阵法一样的东西，我的几个徒弟都不见了，速来增援。知道了，一炷香灯会有人赶到。
真话，哪儿来的真话？难道是我让几名信徒在地上弄出来的那些快速穿梭的水道被这个家伙识别成了真法？妖魔一想，还是啥子分叉开。啷该回事？啥子都没得，难道是我感觉错了？这下你就算不干，恐怕也只剩半条命了吧？怎么可能？这都没有被重创，气海经果真恐怖如此。那根手，那根手杆到底是什么东西？要不是有一件实体灵器，恐怕刚才就要嗝屁了。这儿太危险了，我要立刻跑路。这根大手杆竟然可以从任何有水的地方突然出现，连敌人是啥子都不晓得，又感觉不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原本传讯符中说了一炷香时间就会有人赶过来，但现在已经足足过了两炷香了，怎么还没变过来？藏头入尾，你敢显出你的真面目吗？此时九宫宗内的最高峰上，门外跪伏着上百人，皆身着红领白袍，意味着他们都是九宫宗的核心，皆为运灵境之上的修士。太上始祖这是要出关了吗？太上始祖有口谕，即刻封锁第六宫，并将第六宫境内所有的生灵一并消灭。宗主，您的意思是？太上始祖所感应到那未知存在就在第六宫境内，为防他成长为大劫，必须当机立断，将第六宫境内所有的生灵一并解决，永绝后患。天罚堂，此事交由你们去办。宗主，此事我九宫宗刑部的惩戒是依照宗规而办，弟子们自然信服，但若是对自己人都狠下杀手，甚至去屠戮平民，那和魔道又有何意？是啊，宗主，排前三思。哼，优柔寡断。宗主，不若先将第六宫用绞杀大阵彻底封锁起来，确保不会有任何生灵能逃出来，再一点一点排查具体情况如何？那就先这么办吧。第六宫弟子弄了，即刻起你将无法出入第六宫边境。到底是出了啥子变故？就丢下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放弃了，还有我那些徒弟的性命难道都不管了？妖魔，你给我出来，有脾气就跟我决一死战。原来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挡住我攻击的，差点就被轰到了。姐姐，你在和谁说话呀？何能治好你疾病的神明呀？这世界上真的有神仙吗？很快你就知道了。放肆！你这个小家伙，可知本尊是谁？莫非这就是那位连太上始祖也辨识不了的位置存在吗？我，本尊乃天庭赤峰，世间江河湖海之神。火神，不要嘎我！本尊向来不留无用之人。我知道九宫宗内一件至宝，我愿意将它拿来献给火神。九宫宗派我来检查巡视，在我遇到危难时却又弃之不顾。既然他们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了。可恶！第六宫一件隐匿的镇宫之宝，古天庭藏获了一朵火蜜，在瑶池中浸泡无数年，早已晋升成了天阶的灵气，而且它上面还有几滴天火之水。既然这位奇异存在称自己是天庭赤峰的火神，虽然天界的灵气在他们面前不值一提，但如果真是天庭神灵，数千年前天庭中的一朵火焰也有些怀旧的价值吧。天庭成河，那定是神水，若是能吞噬一滴，我必能再获得一项天赋神通。这真的是天庭的气息，我曾多次接触过那镇宫之宝，对天庭的气息简直在熟悉无比。眼前的这位未知存在居然真是救天庭的神。凡人邓宇拜见尊上，我愿意永生永世信奉尊上。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上道。行了，你去将你的一众徒弟们从河里捞起来吧。是
师傅，我刚才好像有点嘎了，感觉像是见到我太奶了。你们继续巡查，待回到宗门之后，将所有信息汇报给虎妹、冬霜两人。竟尊上法子，虎妹、冬霜他们二人可都是宗门重点关注的前人，成为七海地只是时间问题。原来他们也是尊上的信徒啊！来到尊上的势力早已在整个九宫中遍地开花。待他们走后，逍遥仔细思索了一会儿，决定暂时离开这里。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忽然收到一条祈祷。尊上，山门被封住了，我和我妹妹无法上山。这么看来，第六宫是被彻底封锁住了。他们这是想封住边界，再一点一点寻找我的踪迹吗？你现在何处？我现在在大前王朝的京都晋城当中。本尊已知晓，不日会令神使前往治愈你妹妹。是。姐姐，你在和谁说话呀？何能治好你疾病的神明呀？这世界上真的有神仙吗？很快你就知道了。尊上，此次命你们来是有要事，需要你们去一趟大千王朝。尊上，现在我们不能下山了。如果我执意要去呢？但我晓得一条几乎无人来往的小路。你是七海境，能使用灵气，用这件灵气吸入些此处河水，便下山去吧。这居然是件空间灵气。站住！宗内刚发禁令，严查任何出入者身份。没眼里边的东西，看不出我是七海境的修士吗？第六宫等谕，速速放行。淡蓝色，七海境修士，平日出入这条小路的都是下山运送物资的外门或杂役弟子，怎么今天会有个教导师傅？哈哈哈！没想到是导师，快快请出。哼，邓兄这么着急赶家山，是要干什么去啊？浪哥，你乐于玩命，今日也来守门了吗？嗯，爷，这不是我先前亲手签的禁令上的那人吗？林青儿是吧？禁止下山，还想偷偷摸摸从这条小路混出去，必然有鬼。召集他，随后将空间灵气中的水倒出来。月城一滴水被宗门发现，我带着我的迷妹们抓紧跑路。召集他，随后将空间灵气中的水倒出来。嘿，邓宇，你在干什么？速速启动大阵，不能让他和林青儿跑了。你以为在山门前放出一道河就能跑得了吗？啊！打我笨蛋！哎呀，没打我呀！啊！竟然只有这么点，这么说我还得再吞噬两名差不多的修士，才能再次升级了。检测到宿主吞噬一丝未知香火之力，进化点加100，目前解析进度1%。难道是七海境以上的修士就会提供这种可吞噬的香火之力？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尊上甚至都没有出手，只是让我放出了些平平无奇的火水，便将七海境二层的雷纹灭。尊上真是深不可测。只一瞬间，他便对逍遥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殊不知，逍遥先前是拿他的护体灵气，没办法而已。自穿越到这个世界之后，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的烟火气息。看来青儿是想家了，不如解决了石飞然妹妹的病之后，就直接去岭南会一回那些墨。到了，尊上说的就是这里了。那似乎是此处供奉的财神爷，为何笼罩着一丝淡淡的香火之力？不管财神爷真的尚在，或是有邪魔加班，这香火之力也应该去到他们手中，而不是笼罩在这尊神像之上啊！邓宇，去将那尊神像打碎。嗯，我问需要点什么，小的这就帮你准备。你得开神像好多钱，买给我。穿这种锦衣华服一看就不好惹，客官这个咱家不买，但你若是想要的话，我让小二去街上买一个一模一样的送给你，如何？不得行，我就要再过，你说好多我买了。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掌柜的都贴钱要送你一个呢，你还没完没了。我看这家伙就是来闹事的，不如我们把他抓起来交到官府去。何人在此闹事？沈公子，您怎么来了？我再不来，怕是你这店都得给人拆了。
这供奉多年的财神爷怎么可能有人会卖呢？是啊，他摆明了是要欺负人，沈公子不能放过他。鼻子低，鼻子低，都不高。给我拿下。啊！草民沈城叩见绝南王。哎，家父是绝南王不错，但我并未继承其位，你为何这么称呼我？令青儿，想不到你竟然在死俗中还有这么一层神。别废话了，赶紧把那个神像打碎。不要。对，这不是种类最常见的符咒吗？将此物放进魂中鼎。剑车刀宿主吞噬一丝未知香火之力，金花点加1000，目前解析精度2%。果然，这香火之力与天法堂弟子那缕皆是来自于九宫宗内。这大前王朝若遍地都是这样暗藏着符咒的神像，那我岂不是发了？莫非这就是尊上所说的？宗内的几名神医都护手不错，这瓶水真能起作用吗？奇了怪了，为何此女体内有不被压抑的香火之力？凡人体内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卧槽，你要送回村啊，大夫？啊！我王府内是出了什么变故？先王已经疯了。小拳拳捶你胸口。出来！你胡说，三年前我上山时父王他身体还好好的。草民是受王恩，在晋城中替王爷办事已有十余载，若无确凿消息绝不敢乱说。郡主被送入九宫宗后一个月，先王便被陛下招入晋城，随后继续说。陛下下旨说先王被邪魔附了体，将先王软禁在宗人府内，三天之后先王便随后绝南王府的诸位公子小姐上上下下73口，也不知为何突然都暴毙而亡。陛下感伤，便封小姐继承王位为新任绝南王。怎么可能？师妹怎么啦？师姐陪你回岭南亲自看一眼如何？林青儿，是非然，你们这就动身前去绝南王府。是，尊上。等于你留在京城，在全城寻找类似于那财神神像之物，并将魂鼎中内圣月河水倒在京城附近能通往岭南的江河之中。此，尊者，京城内有一处眼被破了。怎么个事？可能是有人识破了眼，将其拔除了，但也有可能是被凡人不慎打破。速速去查，没有多少时日了。如若耽误了事，你就献出自己吧。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快去看看。你们在这等我回来。这是一处邪魔窟啊，怎么会偏离了原本的航线？是那个姓沈的要害了我们，他自称为我父王效力多年，如今我想尽快赶回岭南，他便说自己手底下有着进城最快的船，愿意献出来给我使用。不好，这是个中阶的邪魔，我无法对抗。师姐快跑，他不是我们能抵挡得了的。林庆，你带着师纯快走，我能用法挣脱一会儿。隐藏在这兰川河的激流波涛中，就好似潜龙入海，可比先前九宫宗那处小河流好多了。又发生什么事了？邓月速去将沈城抓住，给他上打击一恢复术，审问他为什么要害林青儿。距离这么远，现在赶过去怕是来不及了。我如今的形态特殊，没有经脉，更无法呼吸吐纳灵气，只有到气海境时，在体内开辟出来一片气海才能修炼功法。本来打算留给自己升到气海境之后修炼的，现在只能先试试了。
施肥染，本尊传你一门功法，你可以此功法中所记载的斩击来克制噬髓魔。有尊上在，这些区区邪魔又算得了什么？但是为什么是传给自己一门功法，而不是直接出手诛杀这些邪魔？天阶功法，居然是天阶功法！每一步天阶都是人族在数十万年前诸天万族争霸中磨砺出来的人族大机运功法，也是依靠着这些功法，人族才能有后面的铸天庭、封神，压制万族，成为万物之主。尊上真不愧为能度过天庭大劫的神明，随手一出便是这等足以震惊天下人的功法。这个见证食髓魔最快也要一炷香的时间才能攻进来，我必须快速从这本功法中寻到对这食髓魔有克制之法的战绩。小拳拳捶你胸口，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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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没好啊？要是这具傀儡被打散了，那得好多天才能重新凝聚出来呀。哦，别走别走、啊、师纯，我们离远点，有尊上在，你姐不会有事的、我身为炼气四层的修士，为什么拉不动他一个凡人？姐姐，你能教我你们宫中的功法吗？我能帮助你。师纯别闹了，该死，为什么这食髓魔不继续攻击了，就这么在门口僵持着？石春这是被操控了。此时逍遥还在骑水赶来的路上。石飞然，你马上将石春击昏。姐姐，你不肯给我吗？告诉我你不肯给我。放开他。师妹，你好狠的心呐！想我当年在宗门中之时，也曾和你一样喜欢唱跳打篮球。贫僧最喜与一路魔步步如家。师妹曾在宗门中，那就是说这邪魔曾经也是修士，不是水仙魔。传闻他能够吞噬心脏和大脑，来获得人的记忆碎片，获得的记忆碎片越多，就越像人。这么说，这食髓魔也是被控制的，并且只能同时控制一个。吮心魔寄生在心脏之处，且极其脆弱，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给我功法，否则你妹妹就嗝屁啊！不，哎，还好，只是昏过去了。难道是尊上见我们没办法解决了，就出手将沈心魔诛杀了？是那降火之力，石春体内的降火之力，他居然主动护体诛杀了顺心魔，就是不知这降火之力究竟是何等存在，竟然能够做到这地步。就是可惜这食髓魔若是完全体，我吞了他绝对能到气海境，现在就只剩个空壳了。哼，不错，此女杀伐果断，还知道补刀，可以培养。师姐，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了。嗯。大前王朝晋城内，邓宇正在寻找沈城的踪迹。他这几日满城寻找那财神爷神像一般之物，却什么也没找到。听到逍遥让他抓来沈城严刑拷打，他便自然而然地将憋屈的劲转移到了沈城身上。但是他将附近酒楼中的掌柜全都抓来询问过后，却发现这沈城竟然已经好几日都没有出现过。七楼拐了，这是多哪儿去了？冷藏灵术也找不到。邓宇不用找了，那的家伙估计是被顺心魔嘎掉了。他们遇到孙心魔了吗？孙心魔虽然是低阶邪魔，但名气却极大，大多数修士都只在传说中听闻过，能力也颇为骂人。没事，已经解决了。古老峰排行第七的天才弟子张梦龙，他啷该会在这？难道是来抓我嘞？死狮子，这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还是先跟上去看看吧。石狮山神庙，他一路看着张梦龙走走，
走到了自己略微眼熟的几个地点。这些地方他先前也来探查过，却没有发现那类似于财神爷神像一般的东西。也看着张梦龙的脸色从原本的镇定变得显露出一丝担忧，再变得难看至极，像是遇到了让他无法再保持镇定之事。嫌冰宝给准嗓吧。好神帝当，两人一路冲杀，终于从邪魔窟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甩开身后追逐着的邪魔后又向前逃了十数里才终于安全。原来那里根本不止一处邪魔窟，而是有成千上万个。这怎么会这样？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师妹，还是先离开这里吧。这给我干哪来了？这还是大前国内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流民？难道岭南发生了大乱？老婆婆，你们这是怎么了？岭南发生了什么事？哎，这个你拿着。哦，妙手回春啊，姑娘。好心办坏事了。是这样的，绝南城里爆发了大灾，整个城都变成了魔头的聚集地，绝南王府也沦陷了。据说绝南王府的几个公子都被魔头给嘎了。城隍庙里。滚开，九溪花姑娘，不如和爷一起乐呵乐呵。快逃，你们快逃，这些人坏透了。冬天叫老奶奶穿比基尼下地干活，命徐福东渡，造成核污水排海，假扮萝莉诱霍金上岛，帮迪迦恢复能量的时候扣人家电池，盘古开天时挠盘古嘎吱窝，导致盘古力竭而亡，为了50扣币给三体人发送地球坐标，以上种种还只是冰山一角。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不是，我们确实有点坏，但是也没这么离谱吧？这些特么是人干得出来的事吗？这种事也能扣我们头上？我从小就颈椎不好，可背不了这么大口锅。够了，听你们解释是上帝的事，我现在就送你们去见上帝。啊！不是你让我解释的。啊、好神帝！导演，你看这正常吗？这是炼气四层该有的特效吗？滚！是绝南王殿下。什么？绝南王府不是已经都？不是，绝南王有个女儿送入了九宫圣宗，也是如今仅存的血脉。哦，那可是些人啊！大动乱就是他们家搞出来的。自此，岭南数百万个家庭家破人亡，为何还要敬他？不要胡说！倘若没有绝南王府镇在那东西上，岭南早在20年前就沦陷了。老身真是有眼不识泰山，镇压在东西上，什么东西？哎，一年前绝南城内最开始出现那些妖魔鬼怪的地方就是王府，听高人说是王府压在了什么镇上，压制了这么多年已经压不住了，要开始全面爆发，但一切发生得太快。真烦吗？父王，你到底瞒了我多少？有意思，看来要帮助令青儿在这岭南站稳脚跟，光建神庙，再打死首府信徒。哎，你们要去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只是想着要往京都进城走。但你们走的这条路，前面遍地都是邪魔。按理说，岭南作为大前王朝的西南边界，背靠十万大山，兵多将广，田粮富足，一旦发生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立刻传回到去进城啊。但自己在进城的那些时日，却没有丝毫耳闻。难道我们先前自兰川河进入岭南所遇到的那些邪魔窟，已经将通道全面封锁了？师妹，传讯灵符用不了了。再走十里就能出岭南了，为什么要回去？岭南王所说的话，难道就一定是真的吗？前面就是出口了，回去干什么？我不信，我不要死在这儿。无上尊神，请您为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希望之路，请您能够庇佑我们。哎，尊上为何不回应我？朝神者，虔诚而真挚，尔等欲何不拜？朝神者，你是什么神？元神。尊上为何不回应我？他难道不知道岭南已经被神明放弃了吗？怕不是在圣宗中什么也没学到，被圣宗赶出来了吧？
我的信徒何事呼唤本尊？信徒林谦拜见尊上。真的是什么？圣宗的先人们都拜了，我们难道不拜吗？本尊乃天河之神，掌世间山海，尔等为何不拜？尊上，如今这里遍地是邪魔，我们已无处可去。西行50里，进入西陵内城，可保性命。感谢尊上，本王奉尊上敕令，即刻前往西陵城，不愿死的跟随本王。一万日啊，那起码一万点精华点啊！若是得到这一万精华点，瞬间就能晋升到七海境。西陵城还在吗？不可能，我就是从那儿逃出来的。西陵早已沦陷。嗯，石飞战，你那个刺头来上一剑。嗯，什么？你问我怎么看出来的？拜托，我们这可是正经动画，怎么可能会有正常人敢挑衅主角团？快跑，全嘎了，全嗝屁了啊，前面全是怪物啊。难道我和飞染师姐是被刻意放进来的？不然这概率得有多低才能让自己顺利的进入岭南？荒原上上万人艰难的行走着。岭南之地遍地溪流湖泊，对我而言往来极为便利。刚顺着支流迅速探查了附近，发现只有西陵城内还有些凡人，似乎是因为有几名九宫宗的外门弟子在此。好，快逃！孩子，你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呀！如今城墙内外遍地邪魔，到处充斥着哀嚎惨叫的声音，逃，自己又能往哪儿逃呢？爹而不孝，不能让你入土了。狗杂碎门，上来抓你爷爷。嗯，怎么来了这么多人？不要来这儿，不要来，快跑。快看，那城墙上似乎有人，他好像还在和我们打招呼呢。喂，你们好吗？太好了，西陵城里还有活人，说明还没沦陷。你们这些杂碎，我跟你们拼了。你们看到了吗？神明出手了，他就下了那个少年。有真神庇护，进了城就一定能活下去。我们有救了，真神在上。真神的神明是什么？你问我，我也不造啊。问真神的神明是什么，是不是有点太冒昧了？吾乃元神。元神万岁万岁万万岁。哦，居然有8000多点，加上我之前攒的足够升到七海境了。哎，为何感觉这条护城河内灵气充沛，根本不像是凡俗之间所能出现的河流，反而更像是宗门内的灵脉才能孕育出来的灵河。随后在逍遥的帮助下，他们在城内清理出了一片栖息之地，又在幸存者中发现了一名书生狂信徒。他用没有丝毫修饰的文章记录着逍遥所做的一切，所以逍遥便把他与那名少年一并选为了这凡间教派的教母，又将后出现的117名狂信徒组成了一支军队，依靠狂信徒可以进行水源加持和分身降临的能力，开始清理城内的怪物。元神万岁万岁万万岁。兄弟们，有了真神的庇护，我们就是无敌的。冲啊，为乡亲们报仇，将这些杂碎们都杀得干干净净。你们还是注意点啊，喂，虽然受伤也不会嘎，但会扣我进化点啊。不远处的屋顶上，匆匆赶来的数名九宫宗弟子在一旁看得瞠目结舌。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些邪魔在这些凡人面前仿佛像纸糊的一般？难道是时代变了，我们成熟就派了？速将此事禀报回宗门。副堂主，不如我们再观察观察，收集些证据再回禀，不然……确实，就这么禀报给宗门，宗门内估计都不会相信，毕竟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你说的有些道理，从第六宫把你进来果然是正确的。
跟上去看看。族少，护城河底，逍遥被狐媚的祈祷打断了思绪。这天罚堂居然能跟随我到此地，这九宫宗不去拯救这些痛苦挣扎的凡人，反倒来追踪我。石飞染、林青儿，你二人换一身装扮，潜入普通县府中，不要惊动任何人。九宫宗有人跟过来了。西陵内城，几名九宫宗驻扎在这儿的外门弟，却被围困在此，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师兄，始终联系不上宗门，恐怕我们真的得卡在这儿了。这次轮换到岭南来，正巧遇上仙魔大举入侵，是我们的，是我们一劫。嗯？怎么会有股这么强的灵术波动？难道是宗门派人来救我们了？我出去看看。城内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普通百姓？而且这些凡人居然能和妖魔抗衡？宗门来者为何在轰击外城城墙？目标就在城内，去吧，尽快带回来。走。你就不必跟去了，若是在城内遇到什么危险，我也不好向你师父交代。是。痛快！吕师兄的行事风格一向如此吗？笑什么？你是来拆城墙的吗？上仙。嗯？区区凡人也敢嘲讽我，你已有取死之道。不可啊，吕师兄。上仙，你这是在给我刮痧吗？我白花花的进化点啊，能不能别装了？你会干他丫的呀。哎，有破地了。为什么？为什么？丁，你吞噬了一名七海境五层的修士，进化点加一万点。哦，居然有这么多，这波不亏。何况这还剩下几个。雨芳怎么会折损在这儿？那东西难道已经觉醒了？才这个时候，不应该啊。狐媚，你就待在这里，不要走动。尊上，副堂主下山了，正在往西陵城的方向去。那东西还没觉醒，竟然已经有了如此魔物保护。什么东西？什么觉醒不觉醒的？难道九宫宗当初所指的未知存在并不是我？快逃啊，有人变成邪魔了。子兄，这是啥子东西？这是师尊神游天外，在某个未知大世界内学习到的上古秘术所制成的，名为升降梯。升降梯？在那个奇异世界里，这东西叫什么殿什么梯来着？可惜师尊只窥探到了那个世界的一角，没能学到更多的秘术。行了，先上去吧。西陵城内。虫儿，快醒一醒。师姐，快走啊。啊！快逃啊！有人变成邪魔了。失传，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何突然觉醒了？这可是本体啊！原来邪魔还可以被这样制造出来，简直骇人听闻。我知道城中必有某位强者存在，事已至此，你我都已无法轻易脱身，不如请出来一见。魔路既已显身，岭南必然会成为一片死地，绝无半点逃遁可能，阁下不如出来一见。逃？我为何要逃？阿爸好像不小心用力过猛了，这还是第一次释放这天地令真正的威能，变成了这样子，估计治好了也会流口水。说说吧，魔路是何物？回尊上，九宫宗主在与太上师祖交流之中曾说过，天地令中的地字令在上古大战争魔中碎裂成了三块，其中一块被太魔获得，
用魔气将其转化为魔录，将所有邪魔的真名都记录在了魔录之上，而且他还能将所有生灵死灵都转化为邪魔。时隔数百年，如今方又出世。太魔是什么？太魔是太魔是一切灾厄的起源，最纯粹的噩梦，它来自于天外天。感觉好像在酝酿什么大火一样。你立即进入城中，协助大火转移前往十万大山内，此地不可久留。是。雷杰连忙朝城内而去，甚至连狐媚还在山顶等他都给忘得一干二净。原来九宫宗是在追师纯啊，但总感觉这些邪魔甚至魔录都和九宫宗有些什么关联。不过看样子九宫宗恐怕很难控制得了这场灾祸了，我得想办法远离九宫宗地界了。先冰宝给准赏吧。我操！师弟，你在与何人联络？我就不信我跟准赏联系赖到他还能察觉不成。师兄，祸出此言了，我没有与人联络啊，我只是恰巧路过。是吗？此处已经快要到城外，方圆数里之内只有这一间庙，你就恰巧路过。是这样嘞，最近不是听方士传言说前几日有一间酒楼忽然天生祥瑞，降下祥瑞，据说是古天庭的神明财神爷显灵了。我辈修行自然要寻祥瑞与机缘，我便想着看看这京城的城隍庙中会不会可能也。你是从何处听到的？诗经传言，街坊酒楼中无意听说。你与我一同前往不老峰禀告此事。怎么，你不愿意？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我实力低微。这不是你需要担心的。随后张梦龙便带着邓宇同一处隐晦的传送阵离开了第六宫地界。你随我上去详细说明你看到的所有过程，我便送你回第六宫。这么大那该有多强啊，看看自己的重看也罢。亏我还自诩绝世天将。怎么不走了？参见尊者，事情我已经查出些眉目了。是，我将此人交付给师尊后立刻向您汇报。师尊，我带回了一个亲眼见证者，是第六宫的弟子。十三长老，在宗族之下有二十多名长老，每一位都位高权重，皆为魂宫境的绝顶高手，他们的存在奠定了整个九宫中存在的底蕴，堪称是宗门的活化石。香火之力。十三长老瞬间起身来到邓试图翻越他的石海。第六宫的弟子为何脑海中会有一道神印？神印果然强大。师尊，神印是何物？神印是数千年前天地统御天庭的调兵印章，持有天地令可调遣天兵，而且持有天地令还可以挑选强大的修士打下烙印，练就自己的一支天军，若能得到其中一块，便拥有朝一日问鼎天地之位的资格。师尊，那此人？不错，此人便是被打下了神印的一员，但修为太弱，还无法成为天兵。看来除了宗主一直在追寻的弟子令碎片，又有一块天地令出世了，而且恐怕还正在我九宫宗之中。你即刻前往灵殿取十块神玉过来，为师要以此人为媒介，借助上古阵法亲眼看一看那取得了天地令的是何人。当他气海濒临崩溃时，神印会产生一定的波动，那时神印的主人必定会将目光投向这里。只在瞬间，无数的灵气朝着邓宇，狂暴的灵气将他的气海一点一点拓宽，连境界也在疯狂上涨，直到气海近六成才缓缓停下。要来了吗？能持有天地令的会是哪个老将？丁，检测到位置力量正在撼动神印。居然还有人能撼动神印。密室内，十三长老施展秘术，想要显露出对方的本体，但是却……这是什么情况？为何这画面中显出的是一条河，但河里却什么生物也没有？魂宫镜，这老家伙到底想做什么？我本体就是水，他应该看不出什么端倪吧？
嗨嗨，本尊是九宫宗的十三长老，喜交天下强者，今日用此手段邀阁下一物，还请莫怪，不知阁下尊姓大名。哼，老东西，想套我话？本尊乃上古水神，沉睡至今，尔等有何事？怎么看起来这条河像是具有生命般万古水神？是真的还是哪个老家伙用心学的术法在糊弄我？柳飞山见过水神。晚辈张梦龙见过水神大人。师尊，你看这条河蕴藏着如此充沛的灵气，像不像一片气海？真的有人能开辟出如此庞大的气海吗？这么大，那该有多强啊！本尊喜好云游天际，点化众生。今日见这位少年脱河演，本尊便赏赐你一门功法，能领悟到多少，就看你自己的悟性。摩诃来丹那多拉雅耶那摩诃利耶。这是天阶功法。天阶功法，天阶呀，就连我也只见过数次，给我徒弟的见面礼都是这样一等一的宝物，那给我的还不得起飞了？你们就慢慢练吧，一练一个不吱声。对于这位修为要精湛许多的小友，我倒没有什么可以行赠，我就送你三千万吧。来了来了，三千万临时吗还是什么？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念头通达啊。这位18岁的高龄老头为何坑害这位3000多岁的小伙？欢迎收看本期大型断章连续剧《穿越成一滴水》。水神大人，你有什么感兴趣东西吗？兴趣吗？本尊喜好收集天下异水。异水？我不老峰收集有许多异水，反正留着也用不上，要是献给水神，没准他一高兴再赏赐点宝物就受益无穷了。就算没有，换着本天阶功法也不亏了。梦龙，你去奇珍阁将各样异水各取一份。尊者。十三长老的静修室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灵气波动？师尊在研究一门新获得的阵法。水神大人，这些异水该如何交给你？身为上古神明，一点隔空取物的手段总该有吧？将这些异水纳入我属下携带的空间灵气中，让他带回即可。这个洞宇不过气海境一层，竟然会被水神赐予了一件空间灵符。这么意思是要让这个气海境的小家伙必须安然无恙地回到他身边，真是个老狐狸。水神大人，不若令我这位爱徒护送您的属下回去如何？也好。你跟去打探下他们的虚实，为师将不老峰镇山之宝暂借给你，能保你不被打伤的神印。在见到水神前不要把那异水交出来。随后在柳飞山准备唤醒邓宇时，脸上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诡异笑容。换灵阵一散去，气海内多年修炼的灵气也会一同消失，就连气海都会直接崩溃，就算运气好也会修为全废。且看看这个万古水神会如何应对。水神大人，换灵阵散去后，此人恐有性命之忧。不必理会。换灵阵撤去的一瞬间，邓宇体内的灵气开始疯狂向外流动，疯狂冲击着他的气海。最多一盏茶的时间，此人的气海就会崩了。Later， 发生什么事了？这不对吧？为何他体内的气海一次又一次濒临崩溃，却又像个没事人一样？累了，毁灭吧，赶紧的！亲眼见证了万古水神的手段之后，柳飞山也不再存疑，在将异水放进邓宇的空间灵气中后，就放他们走了。另一边，真教的众人逐渐进入了十万大山内。我的信徒们，前方是布满荆棘磨难的路，在通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你们会遭遇许多困难，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拥有坚韧的品质，迎难而上的信心。若非神明庇护着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有机会能进到这里来。这次比比看谁杀的更多。好啊。哎呦，各位大爷啊，你们能不能少花点气化点啊，不然我还怎么升级啊？伟大的尊长，我终于回到了你们身边，只是为祸多了如此多的同胞们。喂，那两个家伙，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何人？为何跟在我教派后方？有任务在身，若是惊扰到了教派前行，还请莫怪。无妨，任务完成之后还是请尽快归队吧。
这位上仙，你为何背后偷袭？兄弟们快过来，这里有个落单的上仙。师尊，这里有至少几十个和邓宇一样的。捆住他。咋捆呢？普通的绳索哪里捆得住啊？那要不直接把他扔到圣河里去吧。还是把他交与我来处置吧，你们去忙你们的。什么老死子上仙啊，没劲。就这浪费我时间。走吧走吧。张师兄，你已经进入我们教派的范围之内，还是收敛一些的好。所以万古水神在哪儿呢？伟大的神明自然是无处不在。这难道就是法相境无上强者才能使出的法天笑地？拜见水神大人。结结结，天地令的气息。结结结，天地令的气息。是那个仙火之力的主人。尊者。何方妖孽也敢在感情面前作祟？就算是诡异莫测的尊者，在万古水神面前恐怕也讨不了什么好处吧。妖孽，结结结，水化作的精怪，依仗不知从何处捡到的天地里，自封为神，也敢妄称我为妖孽。你放屁！倒翻天罡，简直倒翻天罡！本场来者，我操！啊！真有意思，将灵界打开了。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居然对天地令如此了解。姐姐姐，本尊也曾拥有一块天地令，对那东西可比你了解的多，不如还是把它交给更懂的人吧。弄什么你？温室。丁，检测到宿主吞噬一丝未知香火本源之力，进化点加20000，目前解析进度 65%。水神大人这么轻易就把尊者的分身诛灭了。尊者分身，此人难道在九宫宗内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角色？本尊自有刑罚之权。说说吧，那触手是何物？不老封并没人知晓尊者是因何来，只是传闻他是为了寻找某种消失在天庭大战中的秘术，又似乎与宗主达成了什么协议，让他可以自由出入不受拘束。后来尊者令我帮他做些事，师尊也默许了，我便协助尊者在第六宫境内的大前王朝布置了许多出演。烟是啥子？是只有尊者懂得如何炼制运用的某种符咒，我负责将他们伪装成神像的模样，并且安置在凡人生活的区域，无人知道炎可以干什么，他想要做什么，有宗主的谕令在，就算有人好奇也不敢去深究。此人全名是什么？太魔尊者。海魔。并非太魔，而是太魔尊者。师尊说太魔尊者与太魔并没有关系，但我总觉得尊者身上笼罩着一股恐怖的气息。这水真是浑啊，知道的越多知道的越少。将一水倒入河流之中吧。此。叮叮叮，一共获得了10几种天赋神通，暂时用不上我就不讲了。多一个对不老峰了如指掌的手下也没什么坏处，何况这家伙实力还挺不错的。你可愿信奉本尊？我果然水神还是想要将自己留下吗？怎么会打不上神印？冰心玉雪联动了，竟然耍我。这本太苍水心诀也不完整，跟我玩空手套白狼，此仇不报非君子。我有事急着要出去，尊者有何事？可是去寻那水的麻烦。水是指万古水神，还是水字天地令？他是怎么知道的？柳飞扇，多做点准备，对你不会有坏处。那水可诡异的很呐、啊！不若你我二人联手，事后我取那水字令，再与你同等层次的好处如何？哈哈，尊者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别装了。这是另一枚天地令的一半，归你了。只要你助我夺得水字令，剩下的一半也归你。太魔尊者竟有如此之物，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来我九宫宗？好，
说说你的计划吧，需要我怎么做？英雄可以受委屈，但是你不能踩我的吸耳吸。另一边，逍遥没能将张梦龙转化为信徒，但觉得这家伙或许还有些用，便没有吞噬他。随后用吞噬一点新获得的神通暂时压制住了他，而真教的大部队依旧在缓慢前行着，只是前方的路已经十分难走，先头部队还遇到了许多奇怪的隐身。怎么了？这儿实在太热，又缺能饮用的水，大伙都快扛不住了。虽然旁边有圣河，但那是庇护着咱们的圣河，大家也不敢饮用。那咱号召大伙一起降服神奇雨吧。哦，原来还可以通过这样大规模的祈福活动来收割进化点啊。奇雨这还不好办吗？前面是一片沼泽，无法强渡过去。那绕道呢？要走多远？非常远，而且还要爬过两座山才行。怎么停下来了？前方是名为魂断的沼泽，绝非善地。不如禀报真神，祈求神明的帮助如何？岂能试试烦扰真神？此等小事，我等自可以寻方法克服。这才对嘛，哪能什么事都让我干呢？我不累吗？队长，这是什么情况？不对劲，不对劲！在被真神赐福获得不死之身之后，即便在与任何邪魔厮杀时，也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之前在西陵城驻扎，监视十万大山动静的那几个九宫宗弟子说过，之前爆发过一场大地震，似乎像是地龙翻身一样。总不会这么巧，这样就遇见了吧？快撤，我们先离开这。走，快走。怎么赖到你直销这东西？我不知道这个巨沼是什么东西，但这上面的噬魂花是一种失传已久的秘术，夺魂术最需要的道具。可这花与夺魂术明明早已随同天庭，陷落在了历史长河中，怎么会？来不及了，快走！此处的噬魂花必为人所中，若那人的夺魂术大成，今日我们所有人都跑不掉。我倒要看看这巨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靠，吞噬不了，那就下去看一看吧。还有这么多噬魂花，究竟是什么存在会试图夺舍这巨沼？这种事情恐怕连魂宫境的强者也做不到吧。只有一只爪子，没有身体，莫非是某个巨兽的一部分？这符咒难道是用来封印这只巨爪的吗？正当逍遥准备把这符咒记在脑海中，回去后再仔细研究之时，便突起这些噬魂花居然开始剧烈摇晃，仿佛在努力要从巨爪之上脱离出来一般。逍遥大喊，瞬间向地面上涌去。难道那种下噬魂花的存在察觉到了此处的异常？不过身为水，潜伏在沼泽这样的地带，恐怕就算是魂宫境的存在也察觉不到这沼泽中的水竟然是一个生命体吧。正在观察之时，逍遥忽然发现各处的花像着一只活外星。谁？到底是谁竟然破了我的大造梦？我雪梅子前前后后整整五千年的心血，如今已功亏一篑。这莫非就是在这巨沼之上种下噬魂花的人？五千年，这雪梅子会是什么样的修为境界？万古水神，我已经看过你的伎俩，不过是拿着天地令的降临小国时，那邓宇暂时不死了。老夫今天便让你知道什么叫魂宫修士不可辱。水神，你也敢用本体见我？就是你破了我的造化吗？玉帝皆散仙，也敢站着和我说话？装，又开始装，你到了现在都还在装。滴水我也不要了，使我一招你就老实了。劫天阵，一阶散仙也敢欺我至死，当我是什么？怎么可能？这是神通，只有法相境的神明才能施展真正神通。莫非这万古水神还真的是上古时期的神明不同？
只要维持住这血魔池的效果，不管受到什么伤害都可以减到最小化，只是体内的冰雪也要被之消耗一空，战斗完后会陷入一段虚弱期。哈哈哈，在我面前玩血，难道不知道我的道号是怎么来的吗？哦，难道他身为水化作的精怪还可以操纵血液？精彩，太精彩了。怎会有如此邪恶的气息？看来只能用那几件上品灵器自爆了。一点寒芒仙道，竟有如此手段，我看你能封住几件。哎呦，怎么能随便乱扔垃圾呢？真没素质，没收了。丁，你吞噬了一件商品灵器，进化点加20万。你吞噬了一件神通化器，进化点加30万。神通化器，这东西竟然值这么多进化点。我的紫魔果怎么消失了？我的秘密家伙刚才投掷过来的上品灵器还有什么古怪？没有自爆也就算了，为何我的印记也消失了？我不是在血魔池中吗？你怎么可能抓得住我？哈哈哈哈，跟我血梅子玩血类秘法，你还是第一个。血梅子，等等，不是吧？刚刚苏醒，正好用你的魂功补一补。轻而易举就把九宫中的十三长老折磨成这样，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住手！雪梅子几千年之后，你我终是再会了。十三长老，没想到几千年之后还有位不人活的，不，应该是两位。你那天没有杀了，会是你这一生最大的错。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孩吗？看来就是你们破坏了我谋划几千年的大造化。大造化？兽爪怎会在这儿？原来你终是寻到了此物。没那么简单，不过你们破坏了我几千年的心血，今天难免要做过一场了。你们先退下吧，这家伙要显露出真身了。不知道当年的神话级邪魔之一实力恢复到了哪个地步。你小子最后还是落我手上了吧？反正已经进入虚弱期了，先用本体把它藏起来，隔绝气息，等这些人走了再看看怎么突破。十三长老呢？怎么不见了？怎么可能？再仔细找找。血梅子，你如今也就只剩法相近一阶的实力了。玉门，你如今也不过是个三星巅峰，还不如我呢。就这样，你也敢与我作对？血梅子，看来你是闭关太久，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那战之后，天帝使出惊天的绝世手段，将所有神话级邪魔都封印在了几个禁区之内，就连王阶的也被零零散散封印起来。当年我就是被天帝最后一战时所爆发的惊天实力所震惊，为了避免被封印而四处躲藏，却与当时天庭赤峰的玉门郎君狭路相逢，落了个两败俱伤。后来天帝更是将没被太魔偷走的几枚天敌令灌入了其毕生修为，化为了几枚对邪魔具有极强镇压效果的人族气运玄器。山司令，就这点手段吗？我还以为你太小看天地了。雪梅子，卧槽，都是些疯子，看来只有渗透到那个剧场下面躲着了。玉门，你不要逼我，你也知道我本体是团邪液，你这样是杀不死我的。
谁说我要杀你？只需要把你封在此处万年就足够了。玉门，你该死！还有当年那个小孩，我不会放过你的。难道因为血梅子被镇压了，所以束缚这具爪符咒也受到了影响？大哥，别走啊！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啊？全靠你我才能活下来的呀！太上长老，那个巨爪要跑了，他并非我等的机缘，组织也无用。太上长老，我们没找到十三长老。没找到就算了吧。那边怎么有一条河从天上落下来了？那里就是真神给予我们的应许之地，那是圣河在为我们指路。嗯，我怎么把这符咒给扯下来了？玉门，你竟然还接走了我的神符！你该死！嗯，这神符上为何会有一滴血液？难道是那去找的？吞噬。神，你吞噬了一滴苍天之血，进化点加100万。这么多，苍天也会有血液吗？还是说那个巨爪名字叫苍天？哎呀，要是早点发现那巨爪上有道伤痕，直接抱上去做，那不得直接飞升了。不过为什么我的水字令没有对邪魔那么大的杀伤效果啊？难道我的水字令是被太魔偷走的那几块？但我又是怎么从系统中抽到这枚水字令的？难道系统就是太魔？难道系统就是太魔？你个狗宿主，我真是服了你这个老六了，让我走。亏得我还天天辛辛苦苦到处给你偷东西，毁灭吧，赶紧的。急了，一看就是被我说中了，所以跑路了。我挤你奶奶个腿呀、啊！想死，但又感觉该死的应该是你。哎呦，疼死我了！怎么回事？我被人封印了？难道是那血梅子？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万古水神，我与你不共戴天，我总有一日会报此仇。这么恨我，我就问你，想死还是想活？你最多不过是个运灵境，怎杀得了我？你这套装神弄鬼对我可没用。哈哈哈，杀不了，那我就将你封印在此处，陪那血梅子待上10000年吧。什么？血梅子被封印在此处了？不错，同时我还可以满足他的一个心愿，那就是把你丢到他身边，让你俩做个伴，如何？狮子，你们这是在玩什么游戏吗？好徒儿，来的真是时候，秘术嘴遁。还好我留有后手，有了万年浴血连壁虎，你就算能封印我也奈何不了我。哈哈，整挺好啊，老东西，那就先拿你徒弟开开刀。发生什么事了？你们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没？什么声音？就像是有人在痛苦地嚎叫咒骂了。走，绕着走，离那座山远点。老八，停下，别往前走了。几人连忙看去，却发现是队伍之中有些普通信徒正在双眼无神地朝着那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走去。快拉住他。教主，你们继续前行，我去救人。好。过来，朝这儿来，化出鲜血吧，你们将与我同在。啊，不好，这山中到底有什么？这么变态，都被镇压了，还能使用秘术让周围的凡人失去意识，朝他走去？你就算在我徒弟脑海中打上了神印，也奈何不了我，日后我自然有的是方法救他。既然狂信徒没有被影响，那么邓宇作为唯一一个气海境的狂信徒，在此时说不定会发挥奇效。
你做得很好。作为第一个到达应许之地的信徒，你应获得赏赐。感谢尊上的神赐。看来可以维持降临效果，再强行注入大量灵气，再用水源加持将灵体变得温水。难道让我发现了一条速成强者的流水线？你回去为其余的信徒们指路吧。死。让他去探探血梅子如今的情况，若是已经虚弱到了极点，那就别怪我了。怎么，你也想成为我的信徒吗？你竟然不用神印来打造军队，而是建立一个什么教派，自封为神，你难道就不怕天谴吗？天谴？虽然天庭已经陨落，世间没有了秩序，但也不能妄称神明，否则定然遭受天谴。你并非邪魔，没有太魔的庇护，还敢自称为神，广收信徒，我看你啊是活不了多久了。好东西，到湖底跟鱼作伴去吧。就算真是禁忌，那又如何？有朝一日，我定重铸天庭荣光，登临天地之位。做梦吧你，天地两个字也是你能提的。嘿，问你吗？我还是什么都什么都做不到啊。雷府堂主，这是何故啊？宗内的一杆旗，莫非宗门在这里封印了什么？好弟弟，拔起这杆旗帜。哪个家小孩在说话？对，拔起来，拔起来。嘿，你好坏哟、哦，我好喜欢。他妈的！想我血梅子落魄至今，居然被一个气海界的小卡拉尼给欺负。等你进来，我一定要你好看。能不能快点啊？这是苍天之血的气息。小子，把你气海献出来吧。顷刻炼。啊，为什么破不了他的房？难道这家伙是在扮猪吃老虎？叮，你吞噬了一滴太魔之血，进化点加100万。嗯，为何会是太魔之血？算了，不管了，反正和苍天之血是一个等级，再多来几滴就能升到运灵境了。忽然血梅子察觉到了邓宇身后有一道似有似无的虚影，像是混沌般难以察觉。难道说这又是一枚天地令？那些老不死的为什么还不来救我？此处可是有着两块天地令啊，难道没人有想法吗？究竟是何方存在？为何要在此戏弄老夫？为何不现身？天竺子，你看够了吗？为何还不出手救我？该死，这玉门为了封印我，到底布下了几重大阵，连天竺子都收不到消息。他并不知晓，此时的九宫宗足足布下了三重大阵。第一重是九重大阵，封印了整个九宫宗的地界；第二重则是封印了第六宫的所有地界，以此来应对宗门中最近出现的变数；第三重则就是这十万大阵，整个范围都化为零。Stop! Stop! 阁下与其与我生死相搏，不如先谈一谈。你想想啊。哈哈哈，阁下真是好手段，神鬼莫测，血梅子自愧不如，还请阁下放我这一马，我愿以一门绝顶秘术赎命。什么秘术？夺魂术。阁下若是得到这门秘术，便可以获得无穷寿命，即便不夺舍，也可以凭此练就无数身外化身。讲吧。Later。那是魂花呢，就交于本尊府。你先前不是中了些吗？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哈哈哈，没错，正是本尊把你从地下给挖出来的。大眼四九，周流通仪器有变数。烈阳，你可以下第二步棋了。蛇。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来自真教。真教？什么时候出现的教派？我怎么没听说过？我走了，尊上叫你以后不要发出那丝动静。慢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嗯，想走就走，想走就走。尊教，我记住了，待我破开封印，绝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人。张梦龙，本尊交予你一项任务，在此地看管你师父，尽你最大的努力，早日让他脱离苦海。谨遵上谕令。师子，您还是早日弃暗投明，信奉尊上好了。
吓人诛心，吓人诛心啊！在大部队到达阴许之地之后，汪东决定在此地修建起想规模的城池，只是有件事想不明白：此地如此，是宜居住，为何却没发现有人居住的痕迹？因为这里标记是一处绝地禁忌之地。 倒也没有字面上这么可怕，只是禁止所有弟子们踏足的地方便统称为禁忌之地。不过这条戒令已经流传几千年了，恐怕没几个人知晓为何把这兽为禁地了。这样了，要不先建一座神庙，看看会有什么作用。父神，要是没有规则的话，信徒会很难管理，所以关于戒律行为守则一事。哦。 这个呀，我都想好了，大概就是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和谐。为什么总感觉这湖底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喂，老头，此湖泊你可识的？有什么来历吗？这湖怎么了？没什么出奇的呀。为神，会神，你这个精怪也敢自称为神？去你丫的！这个糟老头讲话的很。嗯。 这是什么？嗯，我警告你啊，要是再敢多言，我就把你脖子上那颗卤蛋给埋在这淤泥里。这石板究竟是什么东西？哼，柳飞山，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就让你徒弟不用在湖边去守着你的，如何？不，我告诉你此物是什么，你就解开我身上的封印。那你还是接着当哑巴吧。 别，我告诉你，这东西是南天门的城墙。啊，天庭的城墙？这怎么可能？天庭的城墙不是以失传的太乙魂青玉建造而成的吗？而且南天门不是没有重量吗？为何我拖不起来？<笑>你往其中注入灵气再试试。这么好看的视频，再看一眼。雷富堂主刚才派人来告知，说神庙已经开始建造了。 哈哈，这些事汪教主你来决定就行，不必什么事情都告知我。不不不，伤势代表着父神的意志，这些事情还是应该由上师来做决定。西陵城内的邪魔很有可能会追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得先修建一堵能够挡住他们的城墙。只是，只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采集到足够的石料。方才登禹去探查，发现已经开始有邪魔在朝这儿来了。他现在正在石万大山入口处阻挡着。 大概还有半个月就会到这了。我的信徒们，迄今为止，你们都做得很好。这堵来自天上的城墙，便是你们通过磨难的奖励。我靠，牛逼！此墙便为我圣城之基，城池围绕父神赐予我们的城墙而建。感谢父神庇护，感谢尊上，感谢真神。你那些信徒还真当你是什么天庭的真神啊？你在教我做事啊？ 不过就是捡到个南天门碎片，恐怕你这辈子最大的机缘也就这样了。最大的机缘，哈哈哈！柳飞山，你真是一介鼠目寸光之辈。哼，鼠目寸光。哈哈，老夫神游过的天外大世界，比你这辈子见到的修士都多。哼，天外世界不过都是虚妄，谈不上什么见识。哼，无知，所谓天外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虽然无法深至，但神游一番也足以领略不同世界的风貌。哦，你去过什么天外天世界？说来让本尊听听，不会是你自己瞎编的吧？哼，无知也就罢了，还敢说老夫是瞎编？有的世界并无人类，而是充斥着比耕牛还大的昆虫，自成体系。 有的世界有着身长几十米的巨人，一拳一脚中便带着无尽威能，虽无法修炼，但生下来实力就足以媲美法相境。而有的世界人类虽然羸弱不堪，但却把自己包裹在铁皮之内，谓之战甲；躲在战甲之内，也足以与修士相抗衡。等等，你刚才说什么？我从未听说过什么战甲，这一定是你编的，被我抓住破绽了吧？呵呵。 我就说嘛，老听人说九宫洞的十三长老是个骗子，老说自己神游天外天，游历大千世界，实际上从来没去过。我的空间带内便有那世界刻印下来的虚影，不信你自己看。我怎么看？你该不会是故意编的谎来激我给你解开封印吧？哎呀，我不跑，我绝不会跑。师尊果真被我说动了意思，都已经发誓不会从这儿离开了。看来不是我所想的那个世界啊。 嗯，老匹夫，哼。
老夫已用传音入密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太魔尊者，你死定了。本来还想留着当百科全书，现在看来真是由不得了。我的信徒将你师父带到那座最高的山峰中去，那里会有人帮他走上正确的道路。是，尊上。张梦龙，你要干什么？我可是你师父，快快放开我。不可能，尊上说这里有一个人说话，您绝对会听，他会好好和您说的，希望您能早日脱离苦海，重返正道。尊上潜在下将家师交给阁下，希望您能好好劝一劝家师。哦，你不要走，快把我带出去。血梅子，我们来谈一笔交易如何？这神符竟然落在了你手中。过往之事我们可以出去之后再算账，但现在你难道不想从这里脱困吗？这一家伙是怎么知道我有那兽爪的血液的？解解解。看看尊者这是要出行吗？烈阳，你这是要去天机阁吗？不如我看还是算了吧，我此去是有要事相商，实在不便。是为了去激活天机境内的大阵势吗？他是怎么知道的？烈阳，我与你的目的一样，我随你一同前去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哈哈，如此也好。既然入局了就安心当祭品不好吗？居然还妄想我去救他。考虑的怎么样了，血梅子？我可以先告诉你那兽爪是什么。那兽爪自亘古时代便已存在在天庭陨落前，我曾亲眼看见那只兽爪拍落了南天门。那为何叫其兽爪？据传那是某位无上存在的一部分，但其已经陨落。那听你的意思，难道就是这兽爪是天庭陨落的？不是，凡是知晓天庭一心的都以莫名其妙的陨落，即便我师尊当年身为天庭的神明也不知晓。的确，当年若非我与玉门大战三年之久，无意间避开了天庭陨落那一战，不提此事。你要那巨爪的血液，先给你一滴。血梅子，你耍我？你怎知那滴并非兽爪之血？哼，你想糊弄我？告诉你，其实这血液名为苍天之血。什么？你一个不到运灵境的精怪，怎么可能知晓这等隐秘？嘿嘿，柳飞山，我已经说过了，你只不过是个见识短浅的井底之蛙。尊上，西陵城内的血魔似乎暴动了，所有血魔倾巢而出，都在朝十万大山而，恐怕数量有百万之巨。血梅子，先将此人给你，换一滴苍天之血如何？几千年来我也不过才搜集到了四五滴，此人不止。魂功境怎么就不止一滴了？总共十八感起，拔出九感给你两滴，全部拔除掉之后再把剩下的给你如何？你把我当三岁小孩，拔九感起你岂不就可以脱困了？哼，我看你也不过是染空手套白狼。哼，既然谈不拢，那就改日再谈，反正被封印的也不是我。此时雷杰与张梦龙正在努力往仿制通天塔内灌入灵气生成灵砖。雷副堂主，雷副堂主。远处有大量遁形魔正在靠近。我去斩杀遁形魔，你们去保护其他人。怎会有如此多的邪魔？是父神，一定是父神来救我们了。还好都是些低阶邪魔，可以用之前获得的神通轻松搞定，虽然会消耗本体，不过这点损失对目前的我来说还是完全能接受的。怎么可能？你为何能使出天赋神通？那可是只有到达劫桥境的无上强者才能觉醒的，你是怎么获得的？而且还能同时拥有三种。我有三种，那是因为你只看到了三种。太魔尊者居然还跟我说这个家伙的实力非常弱小，而且本体极为脆弱。在逍遥消耗万分之一的本体，施展出几个神通组合技后，此次的危机也被暂时化解。我的妈，这简直就是神迹啊！我还要继续努力变强。随后雷杰正准备返回去将一半进度的神庙修缮完毕时，却忽然被张梦龙叫住了。我现在要和吴前军去最前方支援邓宇，尽量削弱邪魔的有生力量。我把不老夫秘术传音入密传你，我们以后通过这个交流要方便得多。这种秘术居然只要体内有灵气就能使用？
随后逍遥换来了赵无钱，从本体内抽出一丝灵气灌入其体内。一个时辰之后，这股灵气才稍有所温顺。出乎意料的是，这丝灵气最终竟然是在他左手处停留下来。这也行？没病走两步。我本体之内的灵气似乎与其他修士不太一样，若是修士借用我的灵气，实力绝对能大增，就是每次都得正抽，太麻烦了。我的信徒，你做得很好，体内充斥着的灵气会帮助你在接下来的大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你去将无前军士兵们挨个叫到此处。是，尊上。老东西，你之前在邓宇身上布置的那个阵法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那我去问你徒弟也是一样的。你配合点说出来，我说不定还会对你好些。老东西，你也不想每次都被踢进湖底吧？行，但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获得天赋神通的。你真想知道？大神教，一条大神教，你的感觉真的很奇妙。怎么不敢说？嘿嘿，告诉你也无妨，还是多亏了你送的那些异水，让我获得了这些天赋神通。什么？我给你的异水？哎，你身上还带着有没有？再给我拿点呗。好了，别喷了，阵法交出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哦，这么简单啊，我学废了。零食拿几块来吧。什么？还要让老夫给你零食？你给的阵法不是一试怎么行？万一你使诈呢？快点拿来，这次随便你怎么求救都行，我不管你。哎呀，这么多上品的炼制器材，啧啧啧，还有这么多丹药。哇，上品灵石有足足1000块啊。这是天地令。你怎么可能有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还有半块在哪？能将死者转化为邪魔，为什么世间会有这样的存在？还不止这么简单，魔鹿这东西据说能将被邪魔杀死的所有生灵都转化为邪魔，越强者转化之后也就越强。不对不对，我好像看到了很多高阶邪魔，怎么还有个噬魂梦魇？怎么忽然不见了？完成。就在神行异变突起，天降祥瑞，而神殿原本只是用非常寻常的灵石改造成的灵砖而砌成，但忽然间发生的异变却让这座神庙的材质一点一点发生变化。这灵砖怎么变成太乙魂青玉了？叮，成功激活神庙，神庙等级6，先可使用神庙技能镇压四方，消耗1进化点可使任何存在都无法进入神庙笼罩范围之内。天神下凡，消耗300万进化点，在神庙笼罩范围之内召唤一具结桥第6境的巨灵神，存在时间6个小时。卧槽，这魔牛掰，就是可惜只能存在3个时辰，要不然就可以钓鱼了。接下来就要先帮雷杰突破运灵境了。我的信徒们，你们做得非常不错，你们都可到湖边去领取神赐。为什么雷杰没有回应我？算了，我立即回去让他们提高警惕。糟了，大神教，一条大神教，你的感觉真的很奇妙。果然还是有神明庇佑更容易修行啊。张梦龙被噬魂梦魇记上了。尊上，你去将张梦龙带到神庙之中来吧。哦，是。他们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凡人为什么体内会拥有灵气？张梦龙兄弟，你还好吗？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尊上，雷杰已将信徒兄弟张梦龙以及侵蚀他的噬魂梦魇带回来了。噬魂梦魇呢？雷杰诧异回头望去，却发现在神庙门口漂浮着一团黄沙，这团黄沙似乎想要极力逃走，但却被某种力量给压制着，动也动不了。我的信徒，你到湖心处来。湖心。汪东随着逍遥的指引走入湖中心后，身边渐渐升起一层白雾，这也是他之前吞噬异水获得的天赋神通，能够将本体内的灵气进行蒸腾散发出去，短暂的在本体周围形成一个灵气浓度极高的区域。
若是灵气能达到上古时期的浓郁程度的话，能否重现一丝上古时期普通人都能觉醒神通秘术盛况？片刻之后，此地的灵气就已超出附近上千倍。忽然间，汪东感觉到自己脑海之中像是一根弦断开了一般，他猛地倒吸了一口灵气，瞬间脑海中变得仿佛无比的清明，视力、听力甚至嗅觉、味觉都与以往大为不同。忽然逍遥发现汪东的眼中不知何时开始闪烁着淡淡的金色光芒。你们看看他这是咋回事？这是开启天赋神通的预兆，快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是水源加持的效果？哦，怪不得，作为天地令之中的技能，若是只能给他人洗髓的话，效用还赶不上有些丹药好使。随后，逍遥又换来一名信徒，将其进行水源加持。在吸入了无比浓郁的灵气之后，他的额头部位也开始闪烁着淡淡的金色光芒。原来这水源加持的效果是使人重获上古时期的先天体质。你这家伙可真是好运，觉醒还要有一段时间，或许几炷香或者几年都说不准。我的信徒们，我已经在你们体内种下了一颗变强的种子，他会在接下来这场战争中合适的时机绽放，庇护你们自身。战神居然给予了我们神赐，哎，说不定会比那些无前军士兵们所获得的神赐更加强大呢。教主您怎么了？我看见了一个邪魔。邪魔？不，他不在这。一个难以揣测理解的邪魔，他没有固定的形态，不以物质的方式存在，无法理解，无法辨别，无法认知。算了，先走吧。这么快？是姚氏吗？千里眼描述的那个邪魔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是泰魔呢？不、哦、是传说中测未来窥天际的预言术。你怎么知道的？从古籍中看来的，你不信就算了。这么强？大道三千，如今已是十之八九，自然说明大道之中也有分优劣。一天机上人所见，是何者又何为劣呢？烈阳真人有一茬没一茬的聊着，暗中却在尝试激活已经秘密布置那是三姓数千年的大阵。烈阳兄，你九宫宗中不是有门不老术吗？应该有所了解，本门之中有一只不老术相媲美的术法，名为窥天术，是传说中的预言术的演变。双儿，速去查看。天机师兄，这是怎么了？呵呵，说来也巧，正说到预言术几个字，就恰逢预言术出事了。叶阳兄，今日实在是有要事，贫道要去推演预言术的位置，就恕不奉陪了。阳兄可在我山门内自由行走？不必，在下这就告辞了。阵法为什么没启动？与你何干？烈阳，你错过了一个机会。什么意思？预言术出世，天机阁怎么可能让此等级别的术法错过？你放弃了这个他们要集中全阁的力量来寻找预言术的机会，下一次开启阵法要到什么时候去了？你怎知预言术出世？这就与你无关了，但你确实浪费了这个机会。原来你不需要进天机阁也能启动大阵，那你为何还要进去？见过人今生的最后一面而已。天机阁内，天机上人原本正站在一个浮空的光环面前，其身后坐着千余明运灵境的修士及魂宫境长老，外层还有上万名弟子正激动地观看宗门中的中高层一同推算预言术的所在位置。有人遮掩住了天机，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屏蔽我天机阁的推演？烈阳真人，宗主，我们被困在一个大阵之中了。神级阵法，神级阵法。烈阳，你究竟想干嘛？快看，虚空符影上出现画面了。这数量最少有几十万之巨了吧？觉醒预言术的人居然在九宫，会不会又是烈阳那狗贼给我下的一个套？
这是在九宫宗的地界之内，他们宗门内为何会爆发这等规模的魔潮，而且也不见其派弟子前去剿灭。天机阁所有弟子听令，九宫宗部下大阵回我山门，坏我道基，突袭而战，已不配为世间名门正宗。自今日起，天机阁与九宫宗不死不休。即刻起，天机阁所有弟子立即使用腾空一术，往复交替测散大阵缺口。出阵之日，便是与九宫宗决战之时。宗主，为何让弟子们去试？其实只需我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布置这等阵法，那就只能在天机阁建立之前，就已把这门阵法提前布置在了这里。九宫宗此次所谋甚大，并不会只困住我天机阁一宗，他们要借助外力重新洗牌，这阵可以慢慢来。那我们如何应对？教主，你这是小心，不要打草惊蛇，有个高阶邪魔潜入进来了。高阶邪魔在哪儿呢？啊，赵兄，这不合适吧？那只邪魔就附在你身上。之前附在我身上的那只邪魔已经被真神除去了，教主你若是不信，可以向真神查明。不，那邪魔已经侵入到了你的睡梦中，正在一点一点侵蚀你，影响你，直到完全控制你。赵无贤，将他带到圣湖去。我说了，那噬魂梦魇已经在神庙之中被真神锁出去了，那不是他的本体。没错，噬魂梦魇极具欺骗性，看起来很容易被诛灭，但实则只是一种隐蔽的手段。不过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真神圣湖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都推演不出来。可这进化点是实打实的呀。不对，高阶邪魔应该是10万进化点吧，这儿才5万。喂老陶，你徒弟被一个香蕉大魔王寄生了，你有什么好办法解决没？有道是有，但老夫不可能叫出来。为什么？哦，是那个雪莲。没错，老夫若是给了他，老夫自身的安危怕是难保了。柳飞山，你就甘愿看着你这个徒弟被邪魔同化？不若你就将那雪莲交给张梦龙，然后成为我的信徒如何？就你这微末修为。如果本尊将你解开，也能随时镇压你呢。哼，即便实力大损，老夫也能轻易一根手指碾压你。你们将此人带到神庙中。柳飞山，这不是九宫宗的13长老吗？怎么会被困在这湖中？呵呵，还是头一次看见玉门的弟子遭受这样的耻辱。柳飞山，若你在本尊面前撑不过三息，就老实将万年冰心玉雪莲交出来。三息，你是想逗老夫笑吗？难道不是你在老夫的实力之下撑过三息，就请求老夫饶你不死？你若是怕了的话，可以直说，现在还有反悔的机会。嘿嘿，我还有后悔的机会，但是你没有了。这家伙竟然还真敢把我的封印解开，真是找死。居然是魂宫镜。这柳飞山似乎之前受了些伤，实力看起来有所减弱。再弱也依然是魂宫镜，何况他对秘术的造诣不低，不容小觑。老夫就先砸了你这破庙。巨灵神。巨灵神。
主人，把它捞出来吧。是。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世间为何还有劫乔境的大能？那劫乔境的大能为何会将那神像称之为主人？难道还有更强大的存在？主人，有几只老鼠在窥视。不好，希望没沾惹上什么因果。教主，这老头又是谁？你们打算在我这儿开养老院是吗？不过看起来又是个魂宫境。在下是天机阁宗主于天机，并非有意窥视阁下，实是无意为之。自己定是无意间窥见了这个神秘且强大到了极点的组织。天机阁，那是个啥东西？在伟大的真实面前，只是一个弱小的不值一提的宗门。那你天机阁为何窥视我真教领地？我等为了寻找预言术持有者，集结全宗之力推算天机，不想却误打误撞窥见了真神。哦，想起来了，这是一个比九宫宗稍逊一筹的宗派，虽是天庭坠落之后才建立的，但也是名门正宗之一。于天机，你可愿投入我真教麾下？愿意，我愿意。放开你全部心神。好。天地令，莫非这神秘存在与天地有关？毕竟天地只是世子，但没有确切的消息说明他是预言人。丁，你收获了一名信徒，进化点加100000。居然涨了这么多！丁，召唤巨灵神，已扣除300万进化点。结结结桥剑，柳飞山，快点把冰心玉雪莲交出来！为何这世间还有结桥剑的大能存在？为什么？伟大的尊赏让虔诚的信徒代替您惩戒这个狂徒。于天机，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也成了信徒？好了，住手吧！柳飞山，想死还是想活？活活。主人，虚空快坚持不住了，我得将于天机送回去。若是不及时回去的话，很容易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那行吧，于天机，你回去之后搜集宗门内的所有遗术、天才地宝，日后本尊自会去取。是，尊上，我会在天机阁等候您的降临。我柳飞山枉活了数千年，先前再三冒犯尊上神威，幸得真神的心胸如天空一般宽阔，没有治我的罪。我还是喜欢你刚开始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你恢复一下。起来吧，如今你也身为真教之中的一员了，此次的邪魔大军入侵，自然也要出一分力，现在就去吧。是。他先前与血梅子大战时使用逆水，此时还处于虚弱状态下，又被巨灵神重创，现在的实力怕是十不存一了。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压榨了？没办法嘛，缺人啊。逍遥看着张梦龙将冰心玉雪莲收入气海之内，成功的将香蕉大魔王真正的本体逼迫出来，一口吞下，又获得了50000进化点。多谢上师。宗主方才消失，莫非是与那大能见了一面？此事稍后再说，现在你们去将我天机阁之中的所有天才地宝以及收集到的异水都取出来放置一处。这是为何？不日将会有一位无上存在以及隐秘在世界背后的强大组织真教降临此处，我天机阁从此以后便投入真神麾下，就将此物进献。如此大事，为何不先举行长老会议商议？哼，此事无需在意，这是我天机阁在接下来的大变之中所能生存下来的唯一筹码。此时，太魔尊者正与烈阳真人一同通往百花宗路上。劫桥，发生了什么变故？方才我察觉到剑迹之地内出现了一道虚空裂缝，其内露出一丝劫桥境大能的气息。
劫桥又如何？你走到了这一步，即便是劫桥，也得永远沉沦在献祭之地内。你一个魂功也敢说沉沦劫桥？第二个觉醒者出现了，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天赋神通。柳飞山，你去将那名男孩带过来看看。怎么样？他觉醒的是什么神通？回禀尊上，他觉醒的是岩石一花，是灵级的神通，可以将自己所接触到的一切都变为岩石，但他现在还无法控制自己的神通，对其他的信徒们而言很是危险。灵级？古籍记载，神通共分为五个等级，凡、化、灵、觉、神。先前汪东所觉醒的预言术便属于觉级的神通，神级神通属于大道，若道属一人的话，此道便无法再有人修炼，神通一人只能觉醒一次。上古时人人都能觉醒，而现在只有踏入劫桥的修士才能觉醒，并且不管是受重伤或是境界跌落都不会失去。那我这些天赋神通又是什么等级？随即逍遥便将自己拥有的十几个天赋名称及特性都告诉了柳飞山。啊，尊上真是牛掰，竟然能拥有十多个神通，不过这些神通似乎从没出现过，所以我也不知道。行吧，你去看着信徒们觉醒之后，将具有作战能力的都派去支援。是。啊，你后撤，换下一批人来。不，教主，我还能战斗。老夫长话短说，此人觉醒了天赋神通长虹贯日，他不能后撤，在这场战争中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好，成名，你还能射出多少像刚才那样的箭？50支，或许100支。给你300支。汪教主，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同胞们会在战斗中觉醒天赋神通，就交给你了。雷法，你觉醒的是什么能力？我好像能加强其他人的能力。你来试一试你的神通，让我看看怎么样。好。他竟然能强行开启我的神通，而且还让我看到了这么多东西。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所觉醒的神通，这竟然是尊上给予我们的武器。赵婉，你试试看能将这位叔叔的神通增强到什么程度。好。我靠，牛逼！这仗打完之后，得让汪东多组织几次大型的祈祷活动来收割进化点。姐姐姐，你怎么又来了？血梅子，将你的血液交于本尊启迪。凭什么？你要我就给。本尊说了，你只要将血液交于本尊，本尊便会放你出来。这便是我的诚意。好，给你。又够召唤一次巨灵神了。话说你本体为何会是太魔之血？你问我就说。那你与那太魔尊者是何关系？你如何知晓这个名字的？他如今身为玉门真人的座上宾，怎地你不知道？什么？那个东西还怎么改？正好手里也有充足的进化点，就借着这次机会把事情办完吧。我去帮你解开封印，然后你就可以去找他们报仇了。最后一个。他竟然真敢放我出去。玉门，我来找你们算账了。但在此之前，我要先把血液都驳回来。怎么，交易才达成，你便背信弃义？少废话，血液还我。没了，都被我吞了。哼，我就不信这世间除了其余几个太魔之体外，还有人能吞得了我的血液。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雪梅子，够胆就来神庙找我。哼！雪梅子，他怎么脱困了？站住！修得变火神庙！哼！蝼蚁！逍遥，我来了，你能奈我何呢？ 为何会有结桥竟在此？怎么样，血梅子，这下老实了吧？刚才我直接截断了那条延伸过去的枝柳。不过作为一条河，我居然会感觉到痛。你要做什么？借你性命一用。不要啊！居然加了1000万，可以升级了。系统给我升到运灵境。 100万进化点，系统你怎么不去抢？<笑>狗叔主不要乱讲，这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我们系统可是很难的，你们只需要吞噬就好了。而我们系统要考虑的可就多了。好了，送你个炸鱼粉碎机，要不要？白嫖的为什么不要？嗯，这是泰魔之血的气息，我感觉不到了。 牢笼既然已经关好，里面的情况再怎么样也无所谓了。说的也对，但你恐怕忘了那个在过往无数次推演中始终存在的那个变数。变数？我看你就是那变数。师叔原本的计划中根本就没有你，是你自己非要来掺和，现在跟我讲可能会有变数。烈阳，你敢坏我分身？啊，不行了，关键时刻就弱爆。二货，来个实力炸吧！ 啊！Warning, nuclear missile launched. Boom! 我靠！不愧是尊上，轻易的就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又收获300多名狂信徒。嗯，赵无钱跑哪去了？队长，这就是邪魔窟吗？ 快看，那里面有个神像。这他娘的哪吒，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迄今为止所见到的神像都是闻所未闻，很明显就是这世界中的神明。但为什么现在连哪吒都出来了？我的信徒，我需要你们将这尊神像带回神庙之中。是，尊上。队长，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轮回壶？轮回壶是什么？ 队长，你没听说过吗？觉南王府内出现邪魔前，便是先出现了个如此一般的小湖泊，据说有人无意间瞥了一眼，竟然看见了自己的前世今生，因此得名轮回湖。但我看了一眼，好像什么也没有啊。算了，先别管这些，我们先把这神像拿回去再说。嗯，这特么是我？不是说湖中看到的是前世吗？可我前生只是一个普通的社畜啊。 赵无钱，你将这湖泊中的水带回神庙中些许。是，尊上。这一瓶子不知道够不够。王文，不必理会。都好。这个无法检测到是什么意思？难道那个轮回湖中是一处系统无法检测到的空间？降临效果也还在维持着，说明王文还活着。逍遥发动神力，试图用王文的视角看看他到底遇到了什么。 结果却以失败告终。算了，反正有降临效果保护着他，也不会死，暂时先放着。这场大战也该收尾了，高阶邪魔都被巨灵神解决了，大多数魔物也被我清理了，剩下的就交给柳飞山他们好了。尊上，我们将那神像带回来了。这是哪尊神明？怎么从未见过？很好，现在先将你们携带回来的湖水倒入到神庙中的那条小溪中吧。 叮！你投资了轮回之水，获得天赋神通，轮回之劫，获得天赋神通，轮回洞察。哦，居然有两个神通，这轮回之水定是极为罕见的一水。随后，逍遥将所有人打发走后，便开始研究这座神像。算了，试试看，开个小缺口，先将符咒取出来吧。
都主吞噬一丝为师香火本源之力，正在解析进化点加一千，解析进度100%，解析完成，是否查看？查看，获得神明泰魔的部分信息，获得其目前所处位置。靠，还真是部分信息啊，这个没说有什么区别？获得神明皮洛斯的全部信息，获得其目前所处位置。啊，这不就是哪吒吗？为什么要叫皮洛斯？而且这个河神镜是怎么判断出来的？是否查看泰魔位置？查看。谁是谁在窥探我？究竟是什么样的手段，居然能发现我掩藏的这么深的本体位置？阁下，这是何故？在我西岳书院的护宗大阵之内，无人可以窥视得到。是啊，单论阁宗的护宗大阵，可是我西岳书院排名最靠前。到底发生了何事？无妨，可能是凑巧被某个不知名的存在注视了一眼。他发现了我在看，所以把本体撤走了。真小妾，看一眼怎么了？又不会怀孕。最后一刻看起来似乎是在一座塔中，不过泰魔尊者仅是泰魔的部分结构，并不能完全代表泰魔。可为什么系统会给自己泰魔尊者的位置？查看皮洛斯位置。啊？又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已经打断我两次了。方才那存在竟然又一次窥视我。我说了，不可能有人能从外面窥视进来。不信你们自己看。泰魔尊者直接将自己所感觉到的去向成了一个画面，展现在烈阳真人和杰雪面前。小泰魔躲哪呢？快出来让我瞧瞧。虽然画面中什么都没有，但两人的五感还是察觉出一丝怪异。居然还真有一股未知的气息在四处扫视着。耶，这到底是什么？尽管看起来仍旧是一片黑暗，但逍遥却在黑暗中依稀看到些许东西，无穷无尽的杂乱触手，许多看起来就非常邪恶的眼球。这样的场景若是让某个凡人看到，恐怕瞬间就会陷入癫狂之中吧。异术，这定然是那异术。献祭之地若是有变，本尊定当场斩杀你。妈咪妈咪，哼。还有邪魔源源不断地从各个眼中出来，数量勉强还够用。那是什么？怎么有做什么？是那没天地令的持有者。泰魔之血不是应该吞下百万泰魔之魂和凡人后成就为泰魔真血吗？怎么泰魔之血消失了，这些凡人却还活着？立即从天罚堂与第六宫派遣所有其海境以上弟子前往封印边界。可恶，必须找出泰魔之血，就算只剩一滴都必须留住。你也得处理。那是自然。呵呵，那家伙身上定有大隐秘，明明浑身都是扩展，但总感觉出手就会死，还是让你们九宫宗帮我试看一下吧。教主，工程部修建粪池时挖到一个万丈坑，您快去看看吧。这么多的骨骸，而且这些尸骸各个骨节巨大，生前定然身强力壮，若是转化为邪魔，估计大多都是中阶以上。看来这又是泰魔尊者埋在这儿的一招后手。重新选一块地方规划吧，这里无需再管。另外，此事也务要对其他信徒提及。是，尊上。教主，邓宇在西陵城附近发现了一伙修士。为啥子他们会出现在这儿？这儿不是已经被大阵封起来了吗？看来这九宫宗终于沉不住气了，要对我真叫下手了吗？不过正愁人手不够，他们就送来一批优质劳动力。这里为何有如此多的邪魔？无妨，宗主说他们不会攻击我们。什么人？真是倒霉，这些邪魔一点眼力见都没，没看到我在这蹲着吗？邓宇，你为何在此处？哈哈，跟你们一样，都是来办事的。邓兄，把他们引到十万大山入口处，我们已经埋伏好了。要不把雷符堂主也喊来，这儿有两个气海境巅峰的高手，我怕我们会失手。不用麻烦他了，他正在帮工程部打灰，走不开。不可能，你没有引路石，根本进不了大阵。哦，
是十三长老带我进来的。我先前去了一趟不老峰，随后十三长老便留我帮他办事，雷副堂主也知晓。哼，胡言乱语，你个气海境一层怎么可能有资格面见十三长老？咦，邓小友，十三长老，你怎么在此处？十三长老，我来办点事情。办事情？尊上的秘密任务吗？那好，你先忙吧。十三长老叫邓宇什么？邓小友，这怎么可能？诸位来此处是有何要事？奉宗主之命前来镇压一些扰乱我九宫宗的不稳定因素，我们是第一批进入的。胡妹，勿要多言。第一批？那邓兄，你先拖住他们，我再布置一下，直接一网打尽。梁师兄，有啥子好瞒我的？先前我不在队伍里，现在我加入不就行了？我做不了决定，现在我们需要去执行任务，让开。那哪个能做得到决定？两位六宫副宫主和天罚堂的赵副堂主，还有三名云岭境的修士。邓师弟，我再说一遍，速速让开。急啥子？这不是真料到了吗？为何还不进去？为何还不进去？师尊，是邓宇在此阻拦我们。速速让开，否则按宗门律例处置。总赵兄，里面有两个自己人，注意不要伤到他们了。敌袭。吴前军在此等候诸位多时了。尔等凡人体内怎么可能会有灵气？那这要不还是让一位故友来给你解释吧。故友，下次这种事还是少叫我，忙着打灰呢，我一走他们效率低到不行。估计也就这一次了。雷杰，怎么会是你？逃，大家快逃，先离开这里。师兄离开哪里呀？胡妹，你二人在干什么？哎，没想到吧，这才是我的逃跑路线。你娘的。邓宇，你居然隐藏了实力，你已经到了气海境巅峰。这个未知势力到底是什么来路？为何有这么多潜伏在我九宫宗中的高手？他们之中还有谁？邓兄、雷兄，你们忙你们的，我只是路过。十三长老，他也归属于这个神秘势力。投了，我不玩了。拜见尊上。罪人赵商，参见尊上。参见尊上。赵副堂主，你在干什么？你身为天罚堂副堂主，怎么能背叛宗门？国长，雷杰，你带他们回营地内，将他们交给汪东，让他来分配。那个人给我留下，我要拿他去打窝。应宗主烈阳真人的命令，各个宫内集结而来的运灵境强者们汇聚在了封印之外。除了距离太远的第三宫、第四宫，还有因为大弟子张梦龙失踪而十三长老也一同消失的第一宫没有派人过来以外，其余六宫都派出了所有运灵境强者。盛无名和赵庄已经进去了吗？近水楼台先得月，听说他们还把大部分的气海境弟子都一同带了进去，想抢个头功呢。既然已经到齐了，就先进去看看吧。这不是平地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水？那有个气海境的弟子被捆起来丢到邪魔之中了。那似乎是盛无名的一个徒弟，难道他们失手了？不知道，先抓过来问问。奇怪，宗主不是说我们带着引路石就不会被攻击吗？不好，是引路石出问题了。走，先离开这，别在这些小怪上浪费时间。哪来的这么多高阶血魔？这下麻烦了。当然是我弄出来的呀，70多具遗骸转换出来的高阶魔物足够你们喝一壶了。而先前在收服了赵霜他们之后，我也知晓了不会被这些魔物攻击的缘由，所以我才下了这场雨侵蚀了他们的引路石。
拜见尊上。你可知晓轮回壶是何物？里面又究竟是什么？轮回壶由轮回之水组成，相传是在上古时代转世的凡人投胎前必须饮用下的一种异水。投胎？那不就是孟婆汤？此物会随机出现在邪魔窟中，可使修士神识脱体而出，是用来神游天外的必备之物。不过如今十分难寻，所以我一直以来用的都是其替代品。我在古籍上看到过轮回壶的零星记载，据说其连接着另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已残破不堪，在一场大战之后被打得分崩离析，变成了一片片空间碎片。柳飞山时常神游天外，的确见多识广，不如让他去试一试。你前往西北处50余里之地，去仔细探索下那处轮回壶。这附近真有一处轮回壶？是，尊上。西陵城内，怨灵境修士们与邪魔的白热化的阶段，逍遥丢在这儿被转变成高阶邪魔的尸骸实在是太多，以至于他们没有任何的优势，还被里三层外三层打包了起来。老鱼，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行，自从进入阵法之后就什么也算不出来。那就冲出去，不然会被困死在这儿。内城中那个黑色小球以及那个小女孩定然就是这些高阶邪魔出现的关键。魔鹿，等下不要靠近那东西，极其危险。哼，让我看看这魔鹿能挡住我几剑。又是那道香火之力，在我完全解析了太魔和哪吒的香火之力后，现在对其的感知深了不少，而尸纯体内这道香火之力居然远比太魔都强得多。难道这股香火之力并非是某个存在放在他体内，而是本就属于他的？大家加把劲，咱们三日之内一定要修筑好一堵城墙。张天师，需要帮忙吗？不用了，张天师，这是我们工程部的工作。副部长，快来这儿看看。怎么了？这儿挖出来了些东西，你快来看看。不会又是万藏坑吧？这么多灵石，而且还全是中阶以上。这是什么东西？小七，要不你去将教主请到这儿来。不必了，你们将此地封锁起来，不要传出消息。是，尊上。快快快，都别采石了，先撤出去，再将这处采石场封锁起来。灵矿必然伴随着灵核、灵脉，但我却没有感受到这处灵矿之内有任何灵核的踪迹，所以真相只有一个，这又是太魔尊者的一处后手。随后逍遥挖了2.5个小时，总共挖出来了150,000枚中品灵石，60,000多枚上品灵石，10,000级品灵石，甚至还有10,000枚仙晶。真是辛苦我了，感觉要变成黄金矿工了。不过可惜自从升到运灵境后，吞噬极品灵石也不像先前能够获得那么多进化点了。这灵石十分的珍贵，还是先留着做其他的用途吧。另一边，汪东他们也挖到的东西。棺材。嗯，这些花纹是，似乎是我第一次觉醒预言术时所看到的那个邪魔。太魔尊者的本体，莫非这里面有他的一部分？我的信徒将这口棺材运回神庙之中。是，尊上。看看里面究竟藏了什么。啊！竟然搬不动。啊！这到底什么材质的？这都弄不坏。哎，哼哼，发现他了吗？阵法既然已经启动，那么不管那些东西以什么方式存在都无关紧要，即使灵石内的灵气都散发出去也都没有任何区别，只要散发出来的灵气依旧在阵法中即可。把他们全找出来吧，那样还无需我再费心启动了。又是何事？没什么，不过是那几口棺材的之一被挖出来了。哦，若是那些棺材的话，确实也无妨。呵呵，只要仪式没启动，即便是那些存在亲质也绝不可能被。怎么可能？难道被打开了？速速联系玉门，他离得最近，让他提前开启仪式，不然我们可能功亏一篑。怎么竟是些本地神明的神像？虽然没有感觉到里面有什么符咒，但也笼罩着一股淡淡的香火之力。不过还好有不少太魔的触手，也获得了几十万进化点，但是
他们在这儿藏这么多神像，到底想干什么？柳飞山，我的百科全书呢？遇见未来，为何不败？哦，终于亲眼见到此物，没想到啊！游食者千万小心，这里面有个触手样式的怪物。哦，你们先撤出此地，不要靠近，让我来毁他一毁。好，流失者您小心。没感觉到什么异常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秘术。哦，流失者上了，流失者开始操作了，流失者好帅，流失者我是你粉丝，流失者记了。啊，这道秘术连运灵境都能封住十几天，面对这些巨爪，居然只维持了一瞬。流失者，你干嘛？就算去了也是送菜。那怎么办？他不是圣战士，没有尊上的庇护。事已至此，先吃饭吧。事已至此，只能祈求伟大的神明能够拯救流失者了。一连串的提示音在逍遥耳边响起，但他却没有查看，因为他在看到柳飞山被拉入湖中的一瞬，便已分出一条支流延伸过来了。该死，我的百科全书，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太好了，是劳改蛋，我们彻底没救了。快看，尊上真的听到了我们的祈祷。哦，你们先撤回去吧。是，尊上。哦，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东西？阿萨，我是你。莫非这就是万神之一？难道他注意到我了？先给你送出去吧。嗯？为何这每个触手内居然都有一个符咒？原来那些符咒竟然都是这样来的。身为正道魁首的玉门真君竟然拿活人作为炼制符咒的养分，加上之前万丈坑中的那些尸骸，这得是多少九宫宗弟子啊。算了，先把柳飞山救出去，再想办法处理这个地方。宗主有令，让我们速速赶往目的地。不行，高阶邪魔越来越多了，再这样下去就真的逃不出去了。你们围过来。怎么样啊，老鱼，你算到些什么？我。是太上长老。哼，太上长老都来了，那我们还要去目的地吗？你个老小子，也会有需要我救的一天。玉门真人怎么到真教来了？他要做什么？这么快就到了？伟大崇高神圣的阿萨托星。神圣个毛啊，这玩意跟崇高扯得上半毛钱关系，在外面那么装，怎么进来了就跟个舔狗一样啊。算了，我要先出去了。出去你还出得去吗？遇见未来，为何不败？他居然能发现我，难道在镇压血梅子时他就已发现了我的存在？玉门真人有何见教？准备好与我一同迎接那个伟大的时刻了吗？这神经病吗你？你又在发什么癫？是时候该实现你的价值了。水之灵，水之力，归位吧。你要做什么告诉我，否则我自爆水之令，谁也别想得到。你的出现不过是个意外的惊喜，
献祭大阵需要本源水之力，我们苦寻不得，却未曾想到宗门内突兀的出现了一股带有自主意识的水之力，并且我们手中的水之力竟然不翼而飞。在寻找时正巧发现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们这些意识界土著怎么会想得到有这么一个没有任何逻辑、不具任何因果、超出法则之外的存在？系统，我也不知道啊，我一觉睡醒就这样了。不过他现在在我神庙之中。 让我把这家伙引到神庙去，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外挂。神庙，哈哈哈！你居然敢自封神灵，哼，想逃？既然如此，就先取了水之力，再来唤醒阿萨波西。你居然开启了那项神技，使这么多凡人觉醒了神空，很好，提前完成一个步骤，倒也让我省了点功夫。 怎么办？都到嘴边了，才发现进化点不够，把仙晶吞完了，都还差10万。嗯，各位神明，对不住了。丁，你吞噬了摩比耶斯神像，进化点加100万，获得未知物品，是否坚定？来不及鉴定了，出来吧，巨灵神。 这么轻易就解决掉了吗？我的存在感，脱离了躯壳的形式，小，有你的算计没有任何用处。果然，这才是货真价实的老屁股。丁，鉴定完成，你获得了沉睡的神明意志。沉睡的神明意志，这是什么东西？这么说，这里这些都是陨落了的万神？对不住了，各位。逍遥三下五除二，将这些未神神像。 全部吞噬，总共获得了3000万进化点，同时也获得了30的沉睡的意志。嗯，这莫非是我神庙召唤出来的那个巨灵神？巨灵神，你可识得此物？主人，我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但无法分辨。那你本名可为寒辰？寒辰，这是我的名字。君呢？那么呀？这东西归你了。 谢主人，唤醒巨灵神，神庙等级加一。神庙建成后，居然还可以升级。黄信徒是信仰值100以上，这圣徒应该就是信仰值200以上的吧？想起来了，有个小卡拉米曾经说过，10万大山中有一个巨大的怪物会时常翻身，引起剧烈地震。相传是曾经天庭的巨灵神在此地与那个怪物厮杀，最后陨落在了这里。毫无疑问，那怪物就是兽爪。 感谢主人赐我新生，寒辰勇士难忘。不必了，快起来吧，讲讲你陨落的经过。是天庭十大凶物中排第三的存在，相传是上古神话纪元石某位的残存之物，而泰魔则是在天外世界中以一种类似于法则的形式存在的。据说它已经半只脚踏入了天地那个层次。我们将这里称之为中土，与无穷无尽的天外天世界一同组成了曾经那个上古神话纪元世界。只是神话纪元破灭之后，碎裂成了无数小世界，而我们这个世界正是曾经灯神长街的所在地，便称之为中土。 应吃巨灵神一击，居然一点事没有。就算是大的，在神智的阿萨突击眼前，也人不够看。哼，神圣，让我来看看你是什么成分。啊，成分太复杂了，主人，我的真是之眼能够看出所有生物的来历根脚，但这是第二次失败了，上一次便是那兽爪。啊，那先撤回来吧。2分钟前。 因此，所有天外种族都无时无刻想要入侵这里，寻找到灯神长界，但谁也不曾想到，天地横空出世，以一己之力平定万界，建立新的天地秩序。这么说，这些魔物想要的是让诸天万族降临这个世界，而泰魔他们不过只是天外种族的前哨。管他的，反正只要我有神庙在，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只是轻蔑一笑，带着一分冷漠，3分薄凉，7分漫不经心。
赵无钱还在湖那边，要不趁这个机会试试聚灵神的虚影效果。虽然计划中并没有大能级别的祭品，但来都来了，就加个操作。哼，结结结，逍遥，我知道你能看到这个办法，恐怕你不会陌生吧？怎么可能？难道是降临？那枚山字令不是在他自己手中吗？而且他哪里会有如此庞大的生命力来维持这个效果？除非……没错，我早已将山字令剑献给了阿萨托星。我玉门真君早已和无主合为了一体。嗯，你是玉门真君？勾陈大帝将山字令交予你，真是看错了。你们并不懂得勾陈大帝的良苦用心。良苦用心？难道你们还没认出来吗？认出来？不可能，勾陈大帝怎么可能会？没错，无主，伟大而神圣的阿萨托星，就是如今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勾陈大帝。巨灵神，快走！怎么不进去？你和师叔的交易是什么？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总没必要再瞒着我了吧？无非是我提供泰魔之魂、泰魔之血以及所有一切能重新构建泰魔的材料，他来提供可以媲美泰魔同界的肉身，以无上秘法献祭一切，最终让泰魔的意志重新降临此地。事后我夺舍还没来得及恢复全盛实力的泰魔，成就不朽，而他玉门则踏过登神长界，踏上天地之位。其实你师叔还想要将整个中土的修行界全部炼化于他体内，当然其中也包括你。整个中土修行界他身躯怎么可能承受得了？呵呵，你不该担心一下你自己吗？既然他想要炼化整个修行界，那为什么还要召唤诸天万族？献祭的目的是为了与某些意志沟通，并为他们定位，并非所有种族都能像我们异族能够精准定位并出现在中土。当诸天万族都集中在一个位面时，这个位面的古老意志才会复苏，重现登神长界。登神长界是什么？和你说这些只是因为你后面还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不然呵呵，你好自为之吧。果然师叔也没打算。逍遥刚回到神庙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仿佛周围的环境都在随着阿萨托星的觉醒进一步变化。好在此次神庙升级之后笼罩范围大不少，其内并没有受到影响。主人，我想起来了，勾陈大帝早已数万年没有出现过，但他的勾陈殿却始终在维持运转，收下了无数本体非人的精怪，天地灭绝上古凶兽，笼络世间强者，将他们封神之后也给本体非人的至强者们留了一条路，就是勾陈殿。而不肯加入天庭的至强者们被天地彻底封印在了世间各地，但也同样有几位至强者加入了天庭，勾陈大帝便是其中一位。所以勾陈大帝的本体应当就是与那兽爪相同的天庭十大凶物之一。一个被人所控制的凶物，那确实有点糟糕啊。泰魔尊者，这里怎么可能会有东西能挡住本尊？这里怎么可能会有东西能挡住本尊？泰魔尊者，我们又见面了。这是你搞的鬼，你是怎么做到的？给我讲讲你们接下来还有什么阴谋诡计，我就考虑考虑跟你说。哼哼，偷袭。你吞噬了三条未知的触手，进化点加30000，是否鉴定？鉴定。这里竟真有大能存在，看来埋下的那些东西是拿不到了。原来是这样。泰魔之眼，你想去哪儿啊？他为何会知晓我的底细？怎么了？很惊讶吗？于天然，你到神庙之中来，并将引路石也带上。是，尊上。副堂主，你还有引路石吗？你要干嘛？是真神的旨意。
我跟你一起去吧。嗯，那好吧。在他们亲眼见证了九宫宗的太上长老是如何被神庙中一位供奉的神明给一招灭杀的以后，真神无可阻挡的形象就牢牢树立在了他们心中。这两个家伙还真是好运啊。有飞山长老，连十三长老都只是一个守门人，真神的底蕴还真是深不可测。嗯，让他们进来吧。是，尊上。这就是引路石，你们还有多少？回尊上还有50多块。不错，本尊交予你们一项重要的任务，走出这片应许之地，到广阔天地中去传教建立神庙。愿为尊上效劳。好好干，等咱们教派举教飞升了，少不了你们的好处。至于需要的人选，你们可以自行和汪东去商量。队伍很快挑选完毕，以神庙如今唯一的上使林七儿为首，之外便是赵无前率领的几十名无前军士兵，再就是雷杰、于天然、杨澜等修士。除此之外，还有数名以成名赵管为首的觉醒了神通的信徒们。很快，一行人便踏上了传教的路程。这岭南已经没什么活人了。的确，我们先离开这里吧。但这里依然还有许多正在逃亡的人们，他们也需要希望与拯救。既然是传教，那自然是去人多的地方最好，不如咱们直接去第六宫总部，先把第六宫控制住。哎，好主意。那我们兵分两路如何？不，兵分三路更好，还有一路直接去大前王朝的都城，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地方建立神庙。好，那你带成名赵婉他们去大前王朝的都城，于天然、杨澜你们直接去控制第六宫，其余人和我在岭南收拢难民，随后在大前王朝的都城会合。是。这进城有些不对劲。嗯？怎么？城里许多城隍庙、土地庙类的建筑中暗藏着一些奇异的能量，我感觉这些能量在排斥我们。这些地方的香火之力已经浓郁到这么容易就能被探测到了吗？意思是这儿所祭祀的神像在排斥着我们的到来吗？如果我的感觉是对的话，我们就要砸掉整个城市的神像，让他们换成尊上的神像来镇压这种排斥。我先去试试有没有用。什么人？薛玉参见雷副堂主。雷副堂主怎么来了？难道我工作出了岔子？第六宫弟子，你为何会被派到此处？回堂主，宗主回到宗门之后，就派出了第六宫所有的气海境弟子们到这儿来看守些神像，基本上宫内能排上号的弟子们都被宫主带到进城来了。宫主亲自带队，那岂不是说？宗主，雷姐，你为何在此？追踪魔录的任务完成了吗？哼，什么任务？不过就是把我们一行人当成祭品罢了。哼，身为天罚堂弟子，不但从任务中脱逃，还敢来破坏宗门计划。开打！开打！烈阳真人，你枉为九宫之主。嗯？你还不配和我对话，叫你背后那位出来。结结结结，哼，水字令持有者吗？可惜你挑选的目标也太弱小了些。神迹啊，这是神迹啊。尊上居然都亲自出手了吗？雷杰到底懂。我很好奇，你并没有阿萨托星那样无穷无尽的能量载体，是如何能维持降临效果的？烈阳真人，我们来谈一笔交易如何？哼，交易，交易的基础是双方具有同等的实力。怎么没有触发降临效果？你还真以为凭借个降临就无敌了吗？降临不过能隔绝肉体层面的伤害及少部分的精神伤害，但远不可能阻挡的诸位面意识攻击。若是无法直接杀死降临者，但却可以反复刺激他们，直到他们精神崩溃，变成一具空壳。现在你还觉得有资格和我谈交易吗？位面意识伤害。巨灵神，你可知道位面意识攻击是什么？传闻位面意识攻击属于大道之一，这种攻击手段异常诡异，简单来说就是攻击者自身不存在于当前这个世界，而利用一个世界的意识和两个不同位面之间的差异来绞杀敌人，而威力强弱则是由攻击者与那个世界的融合程度来决定的。
等等，这是不是说明阿萨托星、玉门真君，甚至这个烈阳真人的本体都不在这个世界中，而是在另一个位面？而他们之所以力量能够远远超出中土世界的限制，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本体不在此方世界，其展现出来的实力也不过只是一部分而已。这么说来，轮回湖其实是另一个位面，那我自身能够变换成轮回之水的形态，岂不是可以？雷劫，雷劫，快起来呀！尊上，什么？你居然！烈阳真人抬手便想要将这片区域震碎，但却……如果说我的融合程度在 5% 左右，那他起码90以上，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有人能完美融入到另一个位面中？别多费心机了，没用的。如果这就是你最强大的手段，那本尊还真是会有些失望啊。你现在要听一听我们的交易内容了吗？哼，你我之间有什么交易可谈？让我猜猜，玉门在控制阿萨托星，一点一点改变轮回湖内的空间，让轮回湖与外界连通，甚至直接将轮回湖内的空间映射在中土世界上，随后将所有准备好的祭品献到，让天外万族降临。这样做，你烈阳真人能获得什么好处？最后也不过就是玉门自身的实力突飞猛进。最后整个计划的获胜者也就只能是玉门以及不知道留了多少底牌的太魔尊者。你不过也只是个计划中必死的祭品之一，又有什么资格说我？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根本没有必要逃？比如雷姐本该被困在阵法中的，她怎么可能出得来？靠着引路师门，莫非这个水子令掌控者还真能在师叔都进入了献祭之地内的情况下治了一批人员与区域？你想我怎么做？将太魔尊者布置在这里的所有神像都交给我，然后将你的所有手下都从大前王朝撤走，以后这里归我。就这么简单？反正派人看护这些神像也只是为了盯住太魔尊者，大前王朝对我也没用，在阿萨托星彻底改造完空间之后，这里就会被毁灭，不如给他算了。那对我有什么好处？让你的空间融合度更高，甚至能远高于你师叔，如何？你如何能做到？这就无需你操心了，你只需要将神像都交给我，并且你带人撤走，等我拿到了我想要的，自然会帮助你。好，我答应你。这是那些神像的位置，你自己去找。没想到数量竟然这么多，太魔尊者究竟打算干什么？好饿呀。老婆婆，你肚子饿吗？是啊，我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东西了。老婆婆好可怜啊。是啊，老婆婆好可怜啊。不用担心，我们有包子吃。有包子吃？食物发完之后，我们要带着他们一起往前走吗？不行，那边的唯一出口全是邪魔窟，我们没办法带他们过去，所以我想去这里，在这里修建一座神庙，聚拢附近的所有百姓。这是绝南城。西王府外，雷杰脸色阴沉，漂浮在半空中。上仙已经在这儿待了快一刻钟了，他要干什么？估计是西王横行霸道惯了，今日踢到了 HRB400 螺纹钢筋了吧，报应了，哈哈。雷道长，这是怎么了？神像分布图上显示，这西王府内起码藏了40%以上的神像。那进去砸不就行了吗？问题就是我进不去。啥？这怎么可能？崇明哥哥，看吧，我都说了进不去。这西王府内到底存在有什么？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没啥用。数月前，戒律司在盘查进出城的百姓时，发现有些身上带着一些信件，上面的花纹什么的，我们从未见过。当时收缴了一些后，并没发现什么，便放了他们。后来得知他们都是被一个称为沈公子的地头蛇让带进来，而这沈公子便是西王的一个门客。将你们收缴的细节拿来。这是什么图案？没见过啊。雷杰，将这些信件放进你身后的虚影当中。是，尊上。这是逍遥在琢磨透位面意识后想到的新玩法，无论是本体还是虚影都可以转变成轮回之水的形态，而其内的这个空间却都是同一个。这轮回之水真是好用啊，太魔尊者，你所谓的封印在我面前一点用都没有。吞噬神符，
这东西的封印效果的确好用，难道血梅子也是从泰魔尊者那儿得到的吗？而且他们的能量似乎能够堆叠起来，神符的数量越多，封印效果就越强。莫非泰魔尊者就是用这东西来构建了一个类似于我神庙结界一样的封印区域？算了，留在这也没用，我去找其他神像了。那我也去找找吧，你待在这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这个打开。啊呀！赵管。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这里是西王府，我们居然进来了。不用恐惧，我的信徒们，我会庇护你们的。哦，既然有尊上在，那我们就探索一下这里面吧。嗯。这西王府底下居然还有这么大一片空间。成明哥哥，那儿好像有一座小塔。我的信徒们，你们做得很好，此地你们无需再管，现在去二楼和三楼搜索神像吧。是，尊上。啊，主人，您这是。没什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泰魔尊者呀，泰魔尊者，想不到我找到了你本体所在地点吧。在成明破开地面的那一瞬间，我就察觉到它根本不是什么隐秘空间，而是另一处和轮回湖有着同样特性的奇异液体，应该是和轮回之水同一个等级的异水，隔离在中土世界之外的空间。对付不了玉门真君，那就先来会一会这泰魔尊者究竟有几分虚实。逍遥迅速联络起真教如今唯一的圣徒赵无前，将他派来此地，让巨灵神虚影见。尊上有令，我要立即赶往进城，无法和你们拒绝南城了。那你怎么过那些岭南出入口的邪魔窟？尊上令于天然来接我，他应该快到了。你和杨澜已经拿下了第六宫了吗？没有，虽然第六宫运灵境以上的修士们都不在宫内，但我们刚进山门就遇到了烈阳真人，好在他没有理会我们。巨灵神，你先将周围的异水收集一些放入赵无前身后的虚影中。好的，主人。丁，你吞噬了附身之水，获得神通附身之术。我靠，这么逆天的神通。不对，有哪里不对？这回吞噬只觉醒了一个神通，并不能让本体转化成附身之水，因此尽量就自己面前这一瓶。而且有没有可能这神通本就是这水的效果？哎呀，今天这个太阳可真太阳啊。我干，怎么又看不出来？难道是我这次复活之后眼睛瞎掉了吗？主人，这塔似乎无法从外部打开。那你看一下能不能破开？是。主人，我看到了，里面的成分比阿萨托星还复杂。哦，想必是泰魔尊者在吞噬掉泰魔解体后的一部分，现在形态上已经趋近于真正的泰魔了吧。主人，那裂隙自动修复了，难道这塔身还有自动修复的能力？应该是周围这些异水的能力。你将地下空间中的附生之水全部汲取出来，跟小塔一起放进赵无前身后的虚影中。是。奇怪，为何泰魔尊者没有丝毫抵抗，任凭我将他带到这里？主人，需要我将他打开吗？来吧，展示。这就是泰魔尊者本体，为何并没有感觉到他有自己的灵智？南区大部分的用地已经建设好了，今天晚上基本所有信徒们就都能入住。教主，你还好吗？不，你接着说。但是在挖掘城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教主，快来人，快来人。怎么样，教主是不是压力太大昏过去了？这不是废话，教主和我们圣战士一样也是神眷者，根本不会受到伤势，肯定只是缺乏休息而已。教主他G 了。这怎么可能？快向真神祈祷，禀告此事。巨灵神，你速带这瓶复生之水去救王东。你们都出去，把附近的所有人都疏散开。是，神使大人。他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身体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是预言术的问题吗？
这副身躯为何如此孱弱？在降临效果之下，怎么可能会被毒射？你是何人？无奈天竺子，你们又是谁？为何在此阻拦我出去？哼，得罪了方丈还想走？巨灵神，拿下！是主人。为什么这会有大能存在？哥，别打了，我招，我什么都招。你为何夺舍我教徒？ 这也并非是我所愿的，是泰魔之眼答应我会给我寻找一处躯体让我夺舍，所以你和泰魔之眼是什么关系？泰魔之眼是天底下最无耻阴险之徒，万年前我将几门他所需要的术法交给了他，后陷入了沉睡。作为交换，他会安排我用夺魂术夺舍预言术持有者，只要我在沉睡时察觉到了附近有预言术波动时，提前安排下的夺魂术就会自动生效，瞬间夺舍持有者。我先将这具身躯还你。 你和血梅子又是什么关系？哦，阁下居然还认识血梅子。阁下既然身为大能，想必一定听说过天魔解体之事吧？而他是泰魔之血，我则为泰魔之族。哦，明白了，我问完了，动手吧。不是我。原来如此。 泰魔尊者想要的根本不是他掌握的秘术，而是他的身躯陷入沉睡中的天竺子，早已被泰魔尊者暗中寄生。巨灵神捉住他，这预言术有这么重要吗？冒这么大的风险也要夺舍？开始了。阿萨托星是要传给巨大魔方，流向了西陵城，而西陵城内的邪魔。 虽然你正在非常的失败，数量也大为减少，但城内依旧有许多人类被侵蚀害，在源源不断的被转化成为邪魔。如今数量竟然不惧更甚，而现在在阿萨托星释放出的这股能量之下，这些邪魔竟然开始融合着。若是将所有邪魔都吸收进去，绝对会发生什么极其恐怖之事，必须去破坏这个进程。糟了！ 主人，这些能量居然无法驱逐出去。将那颗天竺子所化的眼球交给我，我便给你个痛快。火葬。<笑>这才是真正的泰魔之躯，休说是你一个本土小神，就算是天外诸神们也根本奈何不了。不过。 你这神域倒是有几分曾经那位存在的样子，不过我们也早已研究出了越过神域边界的方法，所以我舍弃本体，作为阿萨托星释放狂暴能量的坐标，从而直接使用狂暴能量凝结出新的身躯，跨过神域边界。你想要这东西有什么用？都是死人了，就不要知道那么多了。那我偏不给你。你敢？ 你吞噬了一份泰魔精魄，进化点价1000万。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好事，水之灵，我要你死。这是位面意识的手段。哼，你就算能暂时压制这些能量，它也会永远留在这里，等待着我的下一次降临。 看起来他似乎能够无视空间的限制，出现在任何流动的这些能量地方。先将这里列为禁地，不准任何人进入。是，敢偷袭我，那我也给你整点好果子吃。这是香火之力，而且像是提炼过的一样，无比精纯。你还真像是佛骨之躯，走到哪都有你。 没想到你的报复心这么重，连一刻钟都忍不了。但你怕是来错了地方。哦，你敢动泰魔之魂？不好意思，你得先过我这关。泰魔之魂？难道泰魔解体之后？ 魂魄就分散成了无数种地阶，乃至更高等级的邪魔，那为什么泰魔之魂会是以香火之力的形式存在？不行，不能再让他这么吞下去了。主
人，快走！我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哼，吃了，他已经要来了。这家伙怎么还不跑？还在这抢夺我特意为陀耶斯准备的泰摩之魂。真是的，哪有让人撕了 80% 就停下来的吗？好快的速度。嗯，主人，我掩护你，你先走。啊！别管这个事，快走！欢迎守卫降临者，来吧，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原来沉睡的意志是这么用的，这就是外神的实力吗？恐怕还不到他全盛时期的千分之一。若不是自己夺走了大部分的香火之力，恐怕会远远超出劫桥这个层次。这么看来，若是我在晋城中建一座神庙，定然也能将晋城附近陨落的神明征召成我的手下。作为真教的最高意志，所以很快雷杰他们就在晋城内将整座神庙构建完成，并且再一次的将逍遥的神像安置在其中。丁，成功建造第二座神庙。杜氏之翼，这是天庭中的神明吗？巨灵神，你可听说过杜氏之翼这个名字？未曾听闻过。那就应该不是天庭的神，难道是来自天外天？你等在修建神庙一事上可谓尽心尽力，可计首功。下一刻，逍遥朝众人跑来，注入无穷无尽灵气。虽然他现在只是运灵境五层的修为，但因为形态特殊，体内的灵气远不是运灵境修士所能媲美的。另一边，经过长途跋涉，林青儿带着一路上收拢的流民们，终于走到了距离绝南城仅剩百余里的一座城市边上。林青儿，你可知这附近有何发生过与神明有关的传说？接下来他们俩阿巴阿巴地在那讲了一堆，反正你们也不喜欢听，不如来跟我吹灰小牛。尊上，就在前方三五十里处。既然如此，那么我忠实的信徒，我需要你在你所述之处建立一座神庙。是，青儿明白了。因为这支队伍并没有雷杰的仿制通天塔，造不出灵砖，所以他只能将荒原上能见到的废墟遗迹利用起来。一日过后，林七二在目的地附近看到了一座外观上还算完好的建筑，北斗星君庙。啊，这世界还有北斗星？林天啊，这座北斗星君庙为何会立在这片荒原之上？回尊上，据说曾有两位神明陨落在此，其中一名便是北斗星君。不过有人怀疑，这只是当地百姓为了立一座神庙来吸引其他百姓来此祭祀香火编造的而已。我的信徒，你且将这座神像放进去即可。要是雷杰在这就好了，建出来的神庙等级肯定能高不少。果然是北斗星君，而且这实力竟然是劫桥巅峰，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大能啊。可惜没有北斗星君的意志，不然不但可以使神庙等级提升，还不需要每次花费进化点来召唤。不过既然泰魔尊者能够吸收香火之力将其变化成沉睡的意志，那我能不能也这么做？哎哎哎，你们这是在搞什么？上仙，面前的这些人绝对是九宫圣宗的上仙，而且实力绝非是进城见到的那些弟子所能比的，怪不得闹得这满城风雨也无人敢讨个说法，旧神会还推举老夫来看一看是什么情况。老朽拜见各位上仙。啊，不要这样，在神庙中能被跪拜的只有尊上，你们有什么事？没事。我看你们这样子应该是太王神的信徒吧，来得正好，让你带的那些人都进来吧。很好，现在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真教，成为真神的追随者。啊，什么？上仙，您是在开玩笑吗？玩笑，这是个很明智的选择，何况你那个什么王神啊，什么玩意的，早就随着天庭一起陨落了。这样，你先告诉我是谁派你来的。是敬神会。派个人去将敬神会的人都请到这儿来，是时候让所有人知道真相了。那些在全城收缴神像的到底是什么人？有官方的，戒律司的，据说还有几位上仙。难道这真教上仙请诸位前往神庙一趟？真教上仙怎么不是九宫圣宗吗？没错，就是真教。没有上门去兴师问罪，已经是我们忍让的最大限度。
你还敢闯上门来？没错，他们砸了伟大神明在人间的神像，依然是最大的亵渎，不能就这么放过他。都闭嘴，会长，都出去吧，出来吧，逍遥，我们再谈一谈。事已至此，你又想叫我出来水对话什么的？没办法，不水对话推不了剧情啊。不过你的手竟然能伸到这个地方来，我是真的很意外。我也很意外，镜神会这么个不入流的小势力你也看得上。还给我那些神明沉睡的意志，并且带着你的人离开镜城。嘿嘿，不如你终止万族降临并且直接自杀如何？况且沉睡的意志本尊同样知晓使用方法，给了你岂不可惜？我说那尊大能是从哪儿来的？我放置在棺材内的意志有一个就是巨灵神。伟大的尊上，请救一救您忠实的追随者吧，再这样下去我天机阁就要被灭宗了。弟子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陨落，像冰雪一般消融。哼，为了吸引自己的注意力嘛，只能先试试神域能不能抵挡。于天机，你立即在天机阁内修筑一座本尊的神庙，可以此度过这场大劫。是，尊上，天机明白了。宗主竟然在这种时候向什么神明祈祷？对呀，这个时代哪还有什么神啊？我已经找到办法了。哦，真的吗？是什么？那就是为尊上建立一座神庙。看来我们天机阁是难逃此劫了。在于天机的强制命令下，所有运灵境以上的修士们都不得不来修筑这座他们认为根本不会有任何鸟用的神庙。只不过一刻钟的时间，他们就建造好了这座神庙，并且材料都是使用的最上乘的。神庙是盖好了，宗主总不会干出点更出格的举动了吧？于天机用自己寻找到的最珍贵的材质，依照记忆中逍遥的样子打造出了这个神像。下一刻，所有人都彻底愣住了。只见这座由无数珍贵材质堆垒而成的神庙，在宗主将那尊神像放下之后，变成了一种通体雪白从未有人见过的材质。这是什么情况？宗主竟然真的请来了神明拯救我们。快快快，去检查一遍，看看是否整个宗门都停止了消融。为什么在此地召唤出的这尊神明没有实力等级说明呢？不过看名字还是挺厉害的。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察觉到了。哼，不过献祭仪式已经开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这股浪潮，即使是神域也不可能永远将混沌之力阻挡在外。如此我也没必要再待下去了。你这具化身还是留在这里吧。随后真叫众人以李夫人收编了净神会，巨灵神又在禁区中使用法相吸引一次过后，被几名老者认出是天庭众神，更使得真教在城中很长一段时间内声名鹊起。伟大的神灵啊，如果真如您所说的话，您为何还能重现世间？是无主逍遥令我重回世间，无意抛弃过去的身份，不再是天庭的巨灵神，而是真教的庇护者。而沈城不过是一个强大邪魔的分身，净神会也只是他拿来笼络人间香火的工具罢了。在将天庭秘辛告诉百姓们后，逍遥也开始规划起了四块神庙。雷杰，你即刻返回初始神庙，处理汪东留下来的事务。是，尊上，我即刻返回营地。让巨灵神带你回去吧，要是直接把你传回去，恐怕会被那极为狂暴的混沌之力直接给撕成碎片。我竟然一瞬间跨越了这么远的距离。就在雷杰诧异之时，逍遥眉头却紧紧皱起来。只见轮回无碍正在迅速的转换，只出现了一刹那，随后像是被刻意遮掩。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第二位降临的外神。这一次自己没能赶上去搞事，恐怕这第二位外神的实力会远远超过陀耶斯。既然这样，那我也只能再建立一些神庙召唤神明，以此来增强自身实力。不过在此之前还要先试一试能不能将被困在大阵中的信徒们尽可能转移出去，毕竟太魔尊者他们看起来好似掌握了能攻克神域的手段。本尊已得知这种狂暴无序的能量名为混沌之力，你可了解它的来源？抱歉主人，我并不知晓它的来历。不过我们为什么不问问神奇海螺呢？于天机，速来见我。于天机拜见尊上。你将门中收集的异水和珍贵材料送到神庙中来。是，尊上。等下还有一件事。你可知苍天之眼是什么？
回尊上，这苍天之眼是本门一个传承万年之久的传说之物，和九宫宗不同。天机阁在五万年前上古神话时代结束后就延续至今。在天庭大劫后，天机阁不得不将宗门转移，来到了这儿名为千幻列岛的岛上。这儿居然是个岛。当时将宗门迁移到这里，并且有九宫宗的帮助建立山门，估计他们就在这时布下的阵法。所以是为何迁移山门？苍天之眼和大预言术是天机阁的两项神物，也是立宗之本。而那苍天之眼数万年前藏匿在曾经的天机阁下，后来却不知所踪，传闻出现在天庭大劫之时，坠落在了千幻列岛附近。我们为寻找它，才将天机阁搬迁到了这里。那这苍天之眼有什么用？它能看破一切虚妄，知识本质，若是能和大预言术一起使用，甚至可以看透任何物体的过去未来。若本尊将苍天之眼召唤出来，你可有驱使之法？师尊上，天机院。什么？你是否有驱使之法？有，我立马就可以安排。那你先去办吧。宗主又将我们召集起来，莫非是有了破阵之法？是啊，之前我接到天罗门的玄长老用秘术法来的求救信，说不定此时他们都已经……哎，他们没有真神庇佑，运灵境以上的修士还能勉强挡一挡，但那些弱小的弟子们很可能已经陨落在了这场浩劫之中。喂，多安静一下子。今日召集各位是为了我天机阁一件重要的大事。我们伟大的尊上找到并将要召唤出我们遗失数万年的苍天之眼。什么？苍天之眼？你看，没错，本宗主将要开启能够提供苍天之眼存留的空间，还望诸位借本宗主一臂之力。没问题，宗主快开始吧。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你认出他了？主人，这是天地的神通之一，权势之眼。传说天地拥有数万种神通，但这种传说太过荒诞，所以没有几个人相信。不过完整说法是，天地拥有的神通是可以融汇神兵、神器、神物于自身，且将其转化为神通。啊，怎么比我还变态啊？如果真的是天地的神通，为什么他还能被我召唤出来？难道天地真陨落了？也好，以后我就是天帝，谁赞成谁反对。于天机，这苍天之眼如何使用？尊上，这苍天之眼和古籍上记载的有很大差别。按照古籍上的方法的话，应该是往其注入灵气，然后按照指令命令它。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玩意儿？计算机指令是吧？这对吗？算了，先试试吧。先输入灵气，然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ABA。检测到位置物品是否鉴定？鉴定。鉴定完毕，你获得了天地令D。神奇面板升级中。升级完毕。查看技能说明。大地之力，宿主本体有任何一处接触到地面，就能够从地面源源不断地汲取灵气，同时受到大地的庇护。土地神，宿主可以在神域中任命土地神，并且使其获得大地之力与神职，目前可以任命数四。我都可以给别人封神了，果然是好东西。苍天之眼，这才是古籍中记载的模样。原来如此，混沌之力在古人时代是充斥在天地间的本源之力，听起来应该和现在的灵气没太大区别，只是整个世界崩坏了后便渐渐从混沌裂隙之中流失。于天机，你做得很好，作为奖励，本尊将封你为神，你可愿意？愿意，尊上，我愿意。我已卡在这魂宫并巅峰数千年了，一直不得寸进，修行万载，算算日子，寿元也快到了极限，若再无法突破，恐怕将要就地作画。九雷柱神法。什么意思？主人，这是曾经天庭使用过的利用九天雷霆洗髓换躯凝聚法相的方式，不过后来因为有很大安全隐患便废除了。无妨，有本尊在，这雷霆进不了这神域之内。
小神于天机，拜谢尊上。不错，起来吧。你可在此间神庙中立一尊自己的神像，日后接受香火供奉。你也放一座吧。于天机，你先前所说大玉岩术被天机阁第二代祖师所拆分是怎么一回事？回尊上，大玉岩术是大道之一，也是天机阁的立宗之本。当年凭借着大玉岩术而能够在妖魔时代中保全宗门，并且第二代祖师他老人家也成为了当时修行界的泰斗之一。但因为当时时代所属，力量上限只有魂功境巅峰，这种等级的道是无法长时间留存在他的手中的，既无法参透其中绝大多数奥秘，便按照自己所研究出的成果，将它拆分成了玉岩术及九天轮回法。但令祖师没想到的是，他拆分大预言术后，他所掌握着的道竟然直接从他脑海中消失了，仿佛自己从来未修行过一般。更奇怪的是，后来竟然开始每数千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一个凡人身上。那这和九天轮回法有何关系？九天轮回法正是源于尊上您刚才所抵御过的九天神雷，祖师并不知它是如何产生的，但在无数次和它接触之后，祖师认为它可以将被击中者的身躯解散并重新结构，组成一种更强大的身躯。没想到你所说的二代祖师竟然是首个创造出铸造法香的人。不，他并没有成功，困于他当时寿元将近，便走上了另一条路，那就是依托于九天神雷，在一次次轮回中保全自己的意识，同时将预言术置于自己的轮回意识中，这样他便可以永远保住小预言术。啊，还有这种操作？不过最后也失败了，反而让小预言术转世了，所以我们才想寻到觉醒预言术的人，掌握这门秘法，重铸吾辈荣光。对了，还有一事，若是能让那名拥有预言术的信徒与苍天之眼融合，定能显示出所有尊上您想要查询的东西。话说汪东都这么久了还没醒过来，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你说说应该怎么做。至于其他的材料，我们天机阁都有，但轮回之水和早已失传的夺魂术却无处可寻。怎么这样巧？于天机，你去取其他材料。巨灵神，你回初始神庙把汪东带过来，但是还需要再引一次天雷摧毁汪东的身躯，去哪再找一个魂功境巅峰呢？这个小伙疯狂的王老头体内注入灵气修为。痛，太痛了，尊上我快不行了。老登，你不想获得力量吗？这可能是你此生绝无仅有的机会啊。加大力度。看起来差不多了，狗系统给他封神。来了，先用夺魂术将汪东灵魂取出来，同时用轮回之水和其他的材料融合的液体将它裹在里面。尊上怎么什么都有啊？后来者，巨灵神，你带于天机和柳飞山先离开这儿。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光是这么一声威压，我等就无法承受。这是来自万年前的一道信息，对于苍天的追捕，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与其说是一种比大道更高级的存在，倒不如将其视为一种生物。你现在所看到的这颗苍天之眼，正是希瓦花费十万年仿制它的眼所而成的。切记，登神长街是个骗局，千万不要让其重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传递这等消息的究竟是什么人？他又是怎么能精准算到会有人在万年之后找到苍天之眼？难道是……算了，反正也想不明白。不过这个苍天之眼和汪东融合以后，居然变得和拥有了意志的巨灵神一样，不需要再花费进化点召唤了。尊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人类是有极限的，所以我不做人了。现在我感觉自己脑海中仿佛充满了知识。那就好，现在本尊就来考考你，请问希瓦是谁？尊上，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您。啊？为什么？因为苍天之眼被布下了三重封印，现在我只能查到第一层的东西，而您的这个问题在第三层。啊，打开其他封印吸氧的需要一种似乎和香火之力极其相似的力量才能解开。那解开第二重封印大概需要多少你所说的这个力量的？貌似需要两个亿的量级。什么？那混沌之力如何化解？这个总不在限制之内吧？
没错，这个确实不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大骨熬成汤，实在不行，熬点粉丝也是可以的。他们的怨气可比混沌之力厉害多了。太爽了，我居然突破到法相境了，以前做梦都不敢这么想。这老头不会觉醒了什么奇怪的属性吧？丁，帮神成功，可用神符签署天地契约。原来神符还有这个效果吗？啊，柳飞山，将这神符用你魂宫内的火焰烧掉。哦，看来他们以后也可以和自己一样，从对自己的祈祷和完成他们的祈祷内容获得香火之力了。随后逍遥将雷劫封为了杜氏神庙的主教，管理建设绝南城。你现在和苍天之眼相融合后，那预言术是不是能够运用自如了？是的，尊上，但我现在只能看清其未来一定时间内的发展，而且这个时间段还只是随机的，限制很多。那你看看这绝南城未来会怎么样？到。尊上，我为您投射出我所看到的画面。好热闹啊，就是感觉有点奇怪。这是什么时候的片段啊？大概是两天半之后的。这怎么可能？现在满地残垣断壁的绝南城能在三天之后变成这副模样，就算给他100辆挖掘机也做不到。啊，尊上在说什么胡话？他们便是天外种族之一，玉族。画面中这样是因为他们刚降临会被中土世界排斥。只有三天了吗？看来我得大肆修建神庙。柳飞山偶遇烈影真人，开布老树以及对月系统奖励万能意志。成名昭晚，我要去大前王朝其他地方建立神庙，进城内的所有事务都交由你们处理，如果有事向我祈祷便可。有更多香火之力的话，我所能走的路也能更远。只可惜这次进城的信徒们大规模祈祷时我不在场，否则稍显健身定能收获一批我的信徒。六师弟，你怎会在此处？烈阳，你为何拦住本尊？师弟，你这是在发什么疯？哼，你我之间的账日后再算，本尊现在没工夫陪你玩。他是如何逃出陷阱之地的？而且修为还提升到了红宫境巅峰。先前达成协议后，自己就一直在监视这附近的一举一动，但忽然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看到这周围20里内的情况。早知道自己就不该这么草率，什么好处都还没有拿到手中就将进城交给了他。若不是出了神域之后又重新受到了天地间的限制，境界降到了魂宫境巅峰，直接上去就是一巴掌。这个地方不错啊，你们就地取材，为尊上修建一座神庙。六飞山，你在搞什么飞机啊？跟我去见师叔。哼，他这一掌竟然能将空间都直接打碎，魂宫境绝对做不到这一点。这种无聊的把戏对我可没用，那你可想试试我不老峰的镇宫秘术？用那个，你的寿元应该快到极限了吧？哼，不老术，九宫中最强大的术一，古往今来能够完全掌控的不过寥寥数人，因为一旦有任何差错就会立即遭到反噬，寿元大损，但用得好的话便可拥有悠久寿元。用这种自杀的手段来对付我真是活腻了。这里每过一息，外面便会过去半个时辰，所以呢就这么一会儿有什么用？法相境，这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做到的？自然都是尊上所赐。为什么这神庙一落成自己就直接动弹不得？柳飞山，你继续去建造神庙。是，尊上。别想着逃跑，在这片神域中你不会有任何机会。你说你修行也有万载了，怎么跟你师叔这个老狐狸差这么远？啊！结结结，水之灵还不速速归位。哼，玉门真君，你徒弟落到了本尊手中，猜猜他的下场会怎么样？哼，只要他的魂功寄托在轮回空间内，你的神印就无处可落。是吗？既然这样，那我也省去一番功夫，就让你看看本尊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你竟敢杀了他！
切记不要忘了你的任务。这是九天轮回术。叮，你吞噬了一名魂功境巅峰修士，仅花点加50万。50万，还行吧。成功建立50秒，奖励1分万能的神明意志。狗系统，你总算报了点有用的东西。查看神奇面板。 居然才3级，估计是匆忙修建下没用任何珍贵材料，附近又没什么强大的神灵吧。算了，反正现在就是要个数量，毕竟有了这份万能的意志，就可以唤醒北斗星君了。有了这名截桥境巅峰的大能，后面搞事都方便多了。巨灵神，来和本尊一起迎接你这位万年前的故人吧。主人，很好，从今以后你便是我真教诸神之一。北斗，还记得我吗？ 你是南天门的巨灵神，我当时追踪那域外魔神，后来突然失去了意识，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天庭都已经陨落了。随后，巨灵神便为北斗星君讲述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而逍遥忽然想起了自己派去探索绝南城的雷劫，随后念头一转，瞬间视线来到了雷劫身旁。雷劫，雷劫，尊上。 你这是怎么了？这绝南城内有一个低阶邪魔窟和一个终结，本来我已经剿灭了那处低阶邪魔窟，正指引着流民们前往北斗神庙避难，随后就发现了这片诡异的池塘。你先回北斗神庙吧，剩下那处邪魔窟本尊让其他人来处理。是。莫非这湖里有什么东西？传几个天机教区的魂功境强者过来，将此地的邪魔窟全部剿灭。 原来如此，这下面也是一处单独的空间，而他们就藏在这个地方。他们怎么都不会动。哦，哈哈。Later， 不知不觉已经攒了这么多进化点了，也是时候该升级了，不然降临而来的魔神动不动就是解桥境，怕是看一眼就会爆炸。狗系统，给我升到魂功境。 就在逍遥突破到魂功境时，都市神庙旁的本体也在爆炸起来，瞬间便将整个神域的笼罩范围内灌满。好在逍遥早已将所有系统撤离。现在该去把杜氏之翼召唤出来，随后就该去扰乱泰魔他们的计划了。只剩下半天仪式的时间，应该就要到了。杜氏之翼召唤所需300万进化点，宿主装备后可提升至解桥境，并获得一时时间法则之力。 存在时限3个时辰，没想到这居然是一件装备，也好，有了这个，参与他们的争斗也算是有了一点自保之力。主人，我们已经找到他们的踪迹了。随后，逍遥念头一转，便借助巨灵神的双眼，朝着这些魔神们看去。怎么还少了一个？陀耶斯呢？他哪去了？那是金之力。终于来了，希瓦，你可让我们好找啊！ 开始吧，这些是我收集的泰魔本源，把你们收集的禁忌之物都丢进去。水，快拦住他！这是从哪又冒出来一个巅峰境的大哥？时间法则。 嘿，想不到你这老登还挺识货。木之灵拜见主人。你可知本尊是谁？知道，主人您是水之灵。那你为何会叫我主人？这个主人应该很快就知道了。那你们为何会是这副样貌？因为我们并不是完整的五行之灵，只是在天道变化的影响之下，产生了自己的意志。后来天帝铸造天庭时，将我等从五行中剥离了出来。 而泰魔他们需要集齐五行合一，换出灯神长阶，所以便耗费大代价压制我们，将我们练回这本原形态。主人，魔神们的仪式貌似快要完成了，别追了，都回来吧。水之灵，保管好五行本源，千万别嘎掉了，本尊马上便来找你。 北斗，快跑！
大的爆炸席卷了整个中土世界，所有的修士、凡人们还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巨大的冲击力抹平了世间所有的存在，除了十几座神庙就只剩下七座了，看来等级在三级以下的神域完全抵挡不了这种冲击。随后光线重新熄灭，恢复到了黑暗当中。忽然黑暗中好似隐隐约约间出现了一个光点，而逍遥却感受到了那光点貌似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自己。莫非这光点是正在诞生的新世界？丁，你吞噬了一块原始之土，进化点加零。原始之土，这会慢慢生成整个世界吗？那这水应该也不一般吧。丁，你吞噬了原初之水，获得天赋神刀。哎呦，这是哪呀？这是我自己。是的，我既无敌于世，为何还要重生？因为这就是他的法，轮回九世，每一世都走到世间极致。而曾经还是登神长阶的麒麟，在上一世他感觉到那一层桎梏只差这最后一次轮回，便借用时间法则看到了这未来的一切，除了你自己这个变数，所以就让我来帮你引导走向。所以我很多时候东西都吞噬不了，就是你搞的鬼了。天帝，你看他，你快睁开眼睛看看啊。那你又是怎么来的？你还好意思问？老子天道当的好好的，就被你抓过来当什么系统？还说什么为了弥补刚穿越而来时没有系统的遗憾，所以这次要封住你的所有记忆。不是你的遗憾管我什么事啊，给我抓过来当狗。你不是天道吗？那你倒是反抗啊，不反抗证明你还是心甘情愿的。我反抗个鬼，你自己有多强你不知道是不是？来，我让你自己来感受下。先前的大爆炸摧毁了这方世界所有智物，使得一众魔神的实力恢复到了巅峰。怎么回事？还要我动手吗？你在我们身上做了手脚。猜对了，但是没有奖励，感谢你们做出的牺牲。呵呵呵，你还真是无愧太魔这个名号。天地。一招，仅仅一招，阿萨波君就成了积分，这就是天地的实力吗？过来。天地，我错了，我跟你都是假玩，我跟他们才是真玩。你不是迫切的想要踏上登神长阶吗？今日我就成全你们。至此我的故事结束了，接下来该轮到你冒险了，少年。我居然真的可以回到现实世界吗？你这一路上已经问了1145遍了。这不是难以置信吗？毕竟前世看过那么多小说，还没有两个最后真正能回去的。不过为什么外界都传言登神长阶是个骗局啊？那还不是因为当初你是麒麟的时候，为了看乐子到处散播消息，说里面有大机缘大造化，结果进去的人嘎了一批又一批。哎，我居然真的回来了。